好，来决议，来，今天是体育署的决议啦。用黄龙，黄龙来决。方伟，你看一下来，来。体育署的决议啦。啊，那个国民党那边呢？啊，这个文字列赛，我来讲。好，来啊，亲民党党团，我们在处理交通委员会之前啊，再来处理刚才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啊，对啊，就是体育署啊，我们的体育署的一个主决议，我们现在。市长上来一下。唔免啦，那个乖乖的，因为人会沾主委拢来啊。来，我们请啊、柯总召来宣读一下来。啊，是叫我先讀。我先讲一下。哦，你先讲啦。先讲一下，无要紧啦。刚才为了体育署的预算问题，看起来市长都有一些意见和看法，所以我们有决议，就是说市长大家去提出版本。然后来修正，然后共同提案。那现在在楼下，包括柯志恩委员下去嘛，哈、哦，张廖委员，还有看到了张廖了，还有黄国昌，哈、哦。那刚才我下去看了一下，有一点对不起来，但是呢，最后我的看法，我讲我的看法，哈、哦，大概两个版本啊。第一组所提的版本和时代样所提的版本几乎内容都一致的。那差在什么地方？差在体育署对于限制年纪的部分，他们认为人民团体法上面所有的团体的选举都是全额年纪。那我们体育团体法里面也没有去讲很清楚，母法里面也没有讲很清楚，所以他们法是对这个方面有一些意见看法。那我的看法是，体育团体法是特别法，他每年。这个体育团体每年接受政府补助达到7亿多，所以当然这个特别法和普通法是不一样。那体育署的看法是说，应朝向限制年纪法。那实际上提出来是禁止采用全额年纪。那刚才跟体育署署长的沟通，他尊重我们的决议，也就是说照这个版本。就是最后整合成一个版本，就是黄国昌刚才写的，就差这四个字而已啊。要不要限制全额年纪嘛？禁止采用全额年纪？我认为哈，我们立法院自己决定就好了。那请各党团看一看好不好？那个柯委员 OK 吧？那个你要不要那个看？你看哦，你 OK？ 亲民党支持，时代力量有没有问题？也版本啊。没有，就按照这个决议没有问题。好啊，这样就国民党党团。好，但是我最后一个要求了哈。好，这个主决议有这么一个头了，这个头应该下面。等一下，头应该写为了落实转型正义，提议改革，好不好？你买个几个转？好吧，提议改革可以吧？体育改革可以，不要动不动讲到转型正义，一看到转型正义四个字在非常。这也要转型正义啊！哎，来，体育改革了，体育改。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个已经有结论的议题上，已经有结论了，赶快签名。体育改革啊！你们去签名。小车签一下。为落实体育改革哦，你写着啦。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交通委员会啊，我们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啊，詹主任委员啊，谢谢。还有肖主任秘书，啊，还有陈会计室主任，陈主任啊。好，我们就进行啊，国家通信委员会。那个，要签单子。有做好了，签单。给时代力量跟国民党、亲民党。来，我们第一案啊、哦，第一案
啊，跟第二案啊，是罚款及赔偿的收入。那么这个是收入的部分呢，啊，那么时代力量第一案是修提增列10%，第二案是预算增列10%，也是一样，罚金罚对罚金罚款罚款增列10%，全部增列10%，有没有问题？税入啦，增列，是院长还有各位委员，针对这个税入部分，其实有好几项都是跟税入有关哈。那个我把税入的部分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那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就全部税收入哦，从第一案到150,000，我们全部把它税入先做一并，好，先读来，先读来，第三案到第一案到15,000。第一案，通传会总收入增列10%，第二案罚款。罚金罚款增列10%，第三案规费收入增列10%，第四案行政规费收入增列10%，第五案审查费增列10%，第六案证照费增列10%，第七案考试报名费增列10%，第八案许可费增列10%，第九案使用规费收入增列10%，第十案场地设施使用费增列10%，第十一案。频率及电信号码使用费增列10%，第十二案财产收入增列10%，第十三案财产孳息增列10%，第十四案其他收入增列10,000元，第十五案其他杂项收入增列50,000元，第十六案废旧物之售价增列10%。宣读完毕。好，那么第一案到第十五案大概都是税入的部分呐，那都比原列数增列10%，我们请詹主委你来说明一下一到十五案。提案的先说明了，把它好一说明了，他们都有理由，来，詹主委你来说明。院长、各位委员，针对第一案到第十六案都是有关税入的那个要增列的部分哈，那其实是因为那个。提案的过程，如果是看那个税入的比较的话，因为我们去年度是有那个4G频谱的拍卖，所以我们那个预算数税入收入是多了200亿，所以看起来如果绝对数字来说，我们今年数字是减少。可是如果纯粹从我们一般的，大家可以看到罚金的收入、规费的收入、审查费、证照费这些，其实基本上都还蛮固定的。可是虽然是蛮固定的项目，我们今年也比。去年的增幅将近了10亿元，大概增幅也有到18%多。那同时我们在交委会的时候，也已经增列了我们1500万元，就这个项目收入的部分，因为这个收入的部分大概都是比较固定的一些项目，都是规费跟行政费。那我们今年之后不会再有那个市照的标准，这样好不好？对，这个赵委员会怎么样？高路委员，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过去有司机嘛？委员会，来给他列好，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提案其实都还蛮合理的、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针对我们这个提案哦，现在是第一嘛，税入第一税入税入的部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预算如果是说像从第一案、第二、第三都是预算提列增列就是10%，然后提升绩效，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要求并不过分。没有，对外说明你们调解，今年没有四机拍卖。四机拍卖，所以今年有四机嘛？这样子啦哈，我这样子啦哈，这有十五个单项啦啊，我们募资下的有15个项，哪几项你可以增列，哪几项不能增列，能不能你稍微再看一下，不要用统整体的啦啊。比如像审查会啦，那些考试报名会啦，这个都很细，而且增列原列数，假设66万，你增列10%也是6万块，好啊，你达不到也还 OK， 你看能不能有几项让他们好、哦？假设好，第一项没有办法，66亿，这个时代增列10%就要6亿多，你或许有困难。第二项啊，3500，你增列10%就352。但有些是
66万，有些是第十案它是零，又增列十，他要给他增加10%场地设施使用费，你们有场地设施使用费给租借给人家吗？来，要不要说明一下？报告主席，第十案。是，基本上我们整个税入的预算在交委会讨论的时候，洪委员也充分讨论，一直希望我们增加。那最终也依照他的意思，在我们的证照费跟许可费这部分都增加了，一个增加500万，一个增加1000万。所以整个因为我们是精算的结果，今年已经比去年多了10亿元，所以10亿啊。怎么样？哎呀，一点该给，我们再多不愁啊，没关系，再增加一点。这个该增加该做。税入是这样的哈，议员可以规定100亿也罢了，税不高不没有法则了。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我不要说让你要掌握这个，哦，不要说这个和去年不一样，是没有四期的收入嘛，所以你这样用去年的来讲是不合理的。那有一个部分，像你说那个第十八哈，最后一个是就物质售价，还绝对不可能增加嘛哈。你再增加一点点，然后做不到，哎呦，这反正很无法子，但不要说啊，安德赫老师，我是这样子的哈，我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委员会啊。委员会在定号码使用费，委员会在3到11的规费收入已经增列1500万了啦。委员会在交通委员会在3到11的规费收入已经增列1500万了哦。第三案到第十一案的题，来，请来，向大家来做个说明哈。有关于税入的预算，那单单从账面上来看，会从106跟107来比较，会觉得107少了190亿，将近200亿。那最主要大家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最主要就是这个行动频率的这个市照的部分啊，因为在今年之后都不会有了，所以少了190亿。但是如果以106年跟107年，我们不把这个市照的收入列入的话，其实已经增加了18.7%的这个税入的预算，增加了10亿。哦，而且在交通委员会审查的时候，那交通委员会是一个大家都经过严谨讨论的一个过程，那也增加了1500万。那我希望就是照交通委员会的审查的这个决议来通过。那也在，这个税入没有意义的，税入哦，你达不到也没有什么处分啦，它没有执行力的问题啦，是税入没有意义，税出才有意义啦。好了，我知道院长的意思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哦，仍然是希望就是说增加这个这个通传会的一个绩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当然就是说，刚刚各委员跟这个柯总召都有提到，就是说，或许就是说，我们提案增列这个税入的部分，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强制力。但是我觉得，基于就是要督促我们通传会 NCC 的部分，我们仍然是会坚持，就是说希望能够坚持什么，能够去增列10%，然后哪一项是每一项吗？对，所以呢，刚刚院长有提到，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问一下主委、啊？对了，例如有没有哪一项有空间呢、啊？空间对啊。一案到第十六，你看一下啦。好，第一个是不可能，就说我今天已经减少了多少已经增加的收入哈，然后就说现在已经增加了，然后我们在委员会也增加了1500万。那如果说委员会都可以都是以委员会为主，那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没有意义啊。对了，这个比如说你们税入第一案哦，你就原列数66亿，305万，我是比喻啦，罚款的部分是3520万嘛，那规费收入是60亿多嘛，哦，对，那行政规费收入是15亿多嘛，审查会是1亿多，它的
这帮艺术艺术的，刚你再拿一项可以有，谢谢有空间。谢谢院长还有委员，这样哈，就是说，因为刚刚具体的理由，我想委员这边也了解了哈。那我们这样子哈，我刚刚大概有跟我们主计大概看了一下，那事实上那个时候增列的部分是在证照费跟许可费，那我们现在可以在那个罚金罚还的部分哈，罚金罚还第二案的对了哈，来，你可以增，但是其他的部分，因为我们毕竟市政还是希望可以审慎，也不要太宽估，到时候。增加多少？10%。好 ，OK， 对对对，那就350万呐。好 ，OK 的。这么多，那么少，没有啦，不行啦，不行啦，不行啦。这个哈，我们为什么会去坚持哈？因为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对于这个反媒体垄断法哈，都希望就是说，对，所以柯总召的意思说，这个全部都要保留吗？没有，刚刚的意思。那我讲一下哈，大概底下朝野协商。一定要讲诚恳，当然你的理由。你总共提了100多个案子，啊，100多个案子，在这个地方，然后今天又毫不非常部分要提了130多个案子，理由都是一个。但是你现在终于讲出你的这个理由，反媒体垄断，这里面全部看不到。你要把这里啊，真的反媒体垄断，我们也可以谈。但是我希望是要负责一点，至少要派洪志庸来嘛，他在交通委员会。那、啊、你如果好不容易加他照啊，再如大家底下欧美都啊，这边没了，不会啦，高路也是很好讲话啦。嗯，进入实质理性讨论嘛。高路，对的，高路也可以做决定。哎，昨天高路委员在这里、大概合理的他都会接受了。那党团都有接受了。那为黄国昌来打个。对的，这样子啦。刚才詹主委有说，第二案的罚金罚款哦，增列10%啦。我们就接受了，因为这个增类这个没有意义啦。是，好，好不好？啊，你到后面，你如果说反媒体垄断那个税出的部分，我们好好来检讨了。因为这里就可以跟你谈，这个里面总共有这么多案，然后只有这个罚金罚还增列啊，不然你再指定哪几项？好，我等一下再讨论，要不要先从后面？不要啦，我们现在就是在税入，你这样会讨论不完啊。后面还有交通委员会一堆的问题啦，这个时代一样一直强调我们要委员会中心主义，这是你们提出来一贯的主张。我们的委员会，你们洪志庸从头到尾，我们都一条一条讨论，大家都同意了，回过头来讲说通通翻掉，重新再来。没有通通搬掉，不对啊，这个、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说，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是党团所提出来的东西嘛，我们现在是进入到党团的协商啊。如果有纠结，黄国昌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的来啊，你这玩意儿，之后你就可以保留意见嘛。等一下台湾媒体的话是相当专业的东西、啊，通通不保留，大家都通过回过来重新再来。欸、你们一再强调委员会中心主义，我们没有重新再来啊、哦。这个部分，给他讲，你看看第几项，你觉得有弹性空间？不是啦，我们这样子的啊、哦，不可能每一项都有空间调10%。那詹主委刚才觉得第二案可以增加10%，其他展现诚意的嘛，空间会很少啊？你觉得？税入没有意义啦，税入没有意义啦，而且哈，有很多收入是非常规性的收入，非常规性的收入你很难事先预估，而且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增列了1500万。好了，时代力量的朋友希望增加10%，也坚持10%，但是刚才已经很明确的跟大家来做说明，这个比例跟106跟107最主要是在于市造收入的问题，而且也增加了10亿，十亿也增加了18.7%的税入了，这个已经都非常明确了。那我们要增加10%，那交通委员会大家都很经过很详细的讨论，因为洪委员是非常认真哦，他是6:30就跟我们就已经到交通委员会都在排列，而且他咨询整个审查他都全程参与。那我们现在要了解说，为什么是要10%，坚持10%是为什么？是哪个地方你认为这个 NCC 它是盈利单位有在赚钱吗？所以可以再增列10%的税入或什么？
因为有很多收入都是非常规性的收入，很难事先预估啊。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院长，因为刚刚都有提到，就是蔡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有四兆的收入，然后现在呢也比过去增加到十亿，大概也是18.7%嘛。那委员会这边也提到，就是说也增加了1500万，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一案这边，总共我们来再继续增加，看能不能再增加到3000万，加可不可以？因为刚刚有第二案的部分是增加300多万嘛。二委，啊院长，这个来，李坤城是非常诚恳的。高委就不晓得，就是主委这边可不可以接受？高委，因为你们的税入在增加的都是到细项的，大项的执照收入没有的话，你也增加不到多少钱。那所以为什么会委员会在讨论最后是1500万？其实细项我们讨论过，是不是这样子啦？那我们就从1500万增加到2000万。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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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好了没关系啦，这个没有，没关系啦，这个没意义啦，罚不到，这个没有意义，真的罚不到，就2000万，好不好？好了，增内有2000万了，我们也不能拜托业者说你们赶快去违规，让我们符合这个收入。好，1到16哦，这个收入的部分增内到2000万了。可以啦，可以啦，这个人家税出，我们再好好的审议。这不是护航啦，因为他大笔的都不在这边。我们咋办？你被 Q 不出来啦，好不好？增到2000万，这没有意义啦。好啦，就增列到2000万啦，好不好？詹主委，真的，这主委，你真的有细算过吗？你们真的有细算过，只有第二案可以增列吗？没有，我们事实上这个部分都非常审慎的在编列。那我想说，刚刚就尊重院长的。对，如果是说增加这个税入到3000万。不要再不要再为这个在好后面的进度哈，那你搞那些的税入，最不重要的浪费30分钟了。好啊，当然都很重要了，不过好2000万了啊。来第17案保留。保留18保留。18保留。19。第二幕请宣读。第二幕第1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1案并入通三办理。第22案并入通三办理。第23案并入通三办理。第24案数位经济汇流政策法制革新按日案件计资酬金冻结100%。第25案并入通三办理。第26案并入通三办理。第27案一般事务费冻结100%。第28案国内旅费冻结100%。第29案并入通三办理。第30案并入通三办理。第31案并入通三办理。第32案并入通三办理。第33案并入通三办理。第34案并入通三办理。第35案并入通三办理。宣读完毕。好，来第19到35啊、哦，那个19案，亲民党的提案啊、哦，它是简略500万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这个啊、在委员会第二幕是简略600万了哦，已经简略600万哦，简略600万是简略哦，没有冻结。你这边是冻结500万了哦，冻结了哦，哦对吗？对，委员会是那个报告院长是简略嘛？对对对，啊没有冻结嘛？我们原来是三减，然后后来有跟他们改冻结500万了啊，对，还是冻结这样子。那另外啊、哦，这个其实啊、哦，这一第二幕这个啊、统三的项目啊、哦，有21、22、23、25、26、29。一直到35，甚至于连那个28案的差旅会还是什么？我看你刚才念国外旅会还是什么？28案，国内旅会。国内旅会，那个是第几案？28案。那个也是统三的部分哦，28。嘿，那个也是统三哦，所以28案也是，嘿，所以。我们针对啊、哦，第二幕针对19案、20案是文字修正啊、哦，一个冻结500万，那20案是冻结100万，冻结100万9000，
19000，100万删除呢？他是建议删除呢，你要看一下哦。没有改冻结。哦，改冻结了啊、哦，改冻结，改冻结啊。改冻结19000，在这。好。第二页。第19-20。19-20。那个，来，19案哦，冻结500万，哦，亲民党党团。第20案冻结，改冻结19000元，然后两个都是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所以我们现在啊、哦、这边冻结600万，加这个600万就冻结12900元，1200万呐、啊，9000。66嘛，哦，六加六，12009哦。对对，12009啦。12009啦。1200万9000元。1200万9000元呐啊。对对对。好、哦，对不对？对改冻结1200，然后提书面之后，哦，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之后，使得动之。第二目的部分呢、啊，哦。那21、23、25、26、29至35、28，我们这个都依统三来办理。不好意思，没关系，来你讲。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哦，其实一直有民众会认为，这一段都是跟数位会流有关吗？第几案来？你讲第几案？我们的案子是从22、23、24、25、26、27。但是这个都是统三呢。对。那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26、27、28、29，这都是三冻结10%嘛。然后还有30也是。那我这边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 NCC 推动有线数位电视、有线电视数位化的这个机上盒，其实它整个收费都是不一的，因此也是遭受到很多的民众认为，就是说它相同的服务却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但是我这边呢也没有得到，就是说NCC 这边有比较积极的处理的方式、啊、说明一下好了。对，来等一下哈、哦、等一下，我们现在哦还有24，我很多两黑起已经有共识了啊、哦！我们要24案，24案是时代力量啊、哦！来，院长，我先读完了。我好来，这样哈、哦，实际上总共在 NCC 这个部分提了110个案子，理由两个、啊，都是有关于大家机上盒的问题。一台啊，五场借用给客户一台到两台，第三台就是要收费嘛哈、哦，租后买都可以的，这样一个理由。总共创造出来80个案子，好，80个案子，我们要讲来，我们把这一个理由讲清楚以后，该撤就撤嘛。我们看要统算多少，大家讲清楚。另外一个理由是 WiFi 的问题是吧？好，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大概是这样吧。因为你三个理由就是这样，就两个理由而已，就分配 WiFi 被害的问题。等。你把你的问题讲出来，请 NC 主委讲清楚，让大家听看看。啊，来，合理该支持不要紧，但是唔知一理由、两个理由冲八一案啦，啊，好不？啊，再见啦。好吧，高路委，因为既然问题症结在两个。那其实这些、哦、我知道柯总召的意思，因为你这边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一幕嘛，这一幕我们一幕一幕的来去处理嘛。那总召的是总召的意思就是说把所有的问题化成两个，然后统一的处理嘛。黑的，黑的，我们是过来处理的，好不好？尊重我的处理啦。它也是一个每一幕每一幕要处理的方式。好、哦，尊重我的处理啦。好，来，请曾委员。好，谢谢。有关21案是通案了、啊，不过我想请教主委几个问题的。第一个是数位汇流、物联网、治安防护、啊、当然数位化时代有关治安防护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请教问题就是，编了2亿2254万2000呢、啊。第一个是它的主要的计划内容是什么？这第一点。第二个要补助的对象是谁？可以不可以说明一下？谢谢。好，来你说明，先针对曾委员说明。好，
先针对曾委员的部分哈，就是有关于这个数位汇流联网资安防护，我想其实这个是从前年开始哈，就是县府针对资安及国安的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视。那过去可能 NCE 在这一块比较没有投入，可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清楚，所有的通讯跟联网的基础都是在我们的通讯的业者，还有甚至固网的业者，还有像网域的名称。所以比如说像金管会受到这种 DDoS 的攻击，其实都会跟 domain name 网路这些都有关。那这些基础其实都是由 NCC 所主管的事业，包括电信的业者，包括这个固网的业者，包括网路的这个网域名称的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 TWNIC 会移到 NCC 这边来统筹，来这个隶属于这边。那总之就是整个资安的视线，虽然可能是银行受到攻击，或者可能其他产业受到攻击，可是最基础的都是在通讯传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前年其实科发基金就已经有一个支持。那这边的工作做什么？我现在很简短的讲，第一个就是那个所有我们针对固网、行网还有这些的那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把这个联防就是防护的计划，平常要做演练，同时发生事情的时候需要什么备援的计划，同时我们要随时第一时间掌握到哪里发生了网络中断，哪里需要去 DDoS 攻击要防护，那这些需要有计划来支持。然后第二个物联网之后会有很多资安要检测，这样子的话我们相关的厂商物联网的这个产品才能够得到安心，甚至可以外销。所以大致的工作大概是这些。那我们补助的对象就是不是，是我们有一个那个TTC 电信技术中心，他要协助我们来是财团法人协助，而且我们就是补助，是我们所属的电信技术中心的这个法人，然后协助 coordinate 业者平常要做资安的防护。那我们之前在总统府的资安周就有非常详尽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处理，所以这是一个延续性的，然后对台湾的资安防护是非常重要，那作为金融业，作为其他产业的这个防护的基础。这个曾委员这个问的等一下第三幕我们就会讨论到了，不过你有先见之明先问了那个我跟高路委员报告我们第24案它的总经费是178,000元第27案它的总经费才26,000元，它是法治革新、数位经济、汇流政策、法治革新就有26,000，两个加起来都不到，刚好20万左右了你删这个一点意义也没有，不过你们都提要专案报告了我们等一下这个第二幕的部分就依照简略600万，然后冻结1,200,009,000元然后提这个提专案报告那我诸位你放心，我们不会全部都专案报告，你只要来一次，你后面还有冻结的部分呢那你顺便把这两个的议题，因为他要你来专案报告，使得动资嘛这个动资这个20万没有意义嘛所以第24跟27我们就不要冻结那我们并冻结的1,200,0009,000元来提专案报告，但是24案、27案的问题就并入专案报告，但不必冻结预算这样子啦。这样也达到你的目的啊。对，好，那谢谢院长。好，不过刚刚主委还是没有回应，就是说他专案报告就会回应你了，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讨论预算，不要讨论内容了，那位。当然是希望，就是说，因为大家也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在推这个有线电视数位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数位经济汇流、数位汇流的一个政策。可是现在的状况就是已经造成人民的不便尤其是还有偏乡地区、离岛地区也有相关的一个问题，也要等着你们去推动。那只是说，就希望就是说。NCC 有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而不是
我当然是在这里面提案的，就是要提专案报告，是在下一个会期嘛。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 NCC 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想法跟雏形。啊，所以我才说，这两个不要冻结，这个没有意义啦。但是你要的是专案报告嘛，我们就并其他的冻结的部分来并到这个22并到第二幕其他的项目嘛，对对，并其就是第二幕的，我们就讲第二幕了。对，第二幕，好，第二幕了啊，好不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做处理了啊。我们减列600万，然后冻结1200万9000元，然后提专案报告，冻结的部分提专案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那专案报告并入24、27案的内容。但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31，应该也是那个是统三呐、啊。好、哦，统三的部分。哦，31是第三幕了。等一下再哦，三哦，三十一，三十一是统三呐、啊。啊，统三，你他的各我们的报告是第二幕，你都可以，你都可以，他要针对第二幕来跟你回应呐、啊。对。那个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其实啊、哦，他在专案报告不可能只是对一个数位汇流，他一定是好几个你想要知道的，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讨论每一个那么专业的细项，好、哦、啊，你一定会来一次专案报告才解冻嘛，那你就把这一些都纳入做说明嘛。院长，我先看一下，因为我们第二幕好像不是只是到30，刚刚是讲到35到35。但是你删减的部分都是通案呐、啊，所以我们都不要都不要都是通案，都不要，因为他都会主动的依照比率来删减呢。好，30到35的这部分不能保留吗？什么？30到35案啊，这个通案就会删减，你保留也没有用。就会一起删减。哈？就是会一起删。会一起删，都会删。对啊，高陆委员，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从礼拜一到现在，院长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我都 okay, okay. 因为通案的部分绝对是刚才文化部说通案能不能免除，我们不行，就是要一起删。好，那这个30到35、啊，你要的是我，其实我知道你要的是专案报告，不是要那个预算，你是冻结嘛？对，我这边冻结的部分。好，那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大概就是要冻结12209啊，减列哦，他已经减列600万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哦，委员会就跟人家减列600万了哦。然后委员会冻结多少？委员会没有冻结啊，所以我们就有增加冻结啊。OK， 我们就啊没有，因为你要冻结他才会来报告啊。对，好、哦、对，所以就专案报告哈、哦 okay ，就把你的并入了哈、哦。好，来第三幕36至52。第三幕第3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37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38案并入通三办理，第39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0案教育训练费冻结100%，第41案安置案件计支酬金冻结100%，第42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3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4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5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6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7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8案并入通三办理，第49案并入通三办理，第50案并入通三办理，第51案并入通三办理，第52案并入通三办理，宣读完毕。这个也都是讲都是通案的部分呐、啊，但是我知道啊、我们看。现在啊、第36案是啊、国民党党团徐志荣委员，他在这一个幕冻结5000万1000元哦。那在委员会，你们是跟人家删减1000万的哦，第三幕删减1000万哦。啊，你们同意嘛啊、哦？1000万嘛哦，你们不同意，现在可以翻案哦。好。那你们有跟国民党党团啊徐志荣委员协商，你们同意冻结5000万1000元吗？对，好、哦，好，这个要加进来，就6000万了啊、1000元。那后面5000万1000。
5,000万1,000元呢、啊？对，他、啊、没有再加一千呢、啊。啊，他原来就，哦，没有没有，原来是减列啦，哦，哦，我都给你讨改这个动作啦，啊，但是改不过来，我有秘书长发现到，啊、哦，那后面哦，这个你们同意动作58,000元呐、啊，对不对？好、哦，那这个就加58,000元了啊、哦。那么剩下大概都是通案，现在有没有通案的部分是在于，第40案，数位也是数位汇流啊，物联网的治安防护教育训练会25万，时代力量是冻结100%啦哦。那41案是数位汇流物联网治安防护案件计支酬金26,000元，这是冻结100%啦哦。那其他的通案的部分，我觉得通案就依通案办理啦，就是这两项总共跟刚才的意思也一样，他要你们来提专案报告。那我是建议啊、哦，我们这个科目就冻结减略1,000万啦、啊、哦，冻结5,059,000元，然后并第二目提专案报告，不，以你们问的数位汇流都是同样的问题啦。你不可能排两次来问一个数位汇流啦，而且也没有那么多个委员哦，愿意来问这么专业的问题啦。数位汇流博大精深啊。好，那好，这个就请高瑞委能不能支持啦？我们这个专案报告哦，其实哦，我们是可以，其实一个部位大概都来一次就可以问所有你想知道的啦。好，因为我看你在第二幕跟第三幕所提的都是数位汇流的相关问题，物联网。对啊，所以你既然是同一个议题，治安的问题、啊，还对了，数位汇流、治安呐、啊，还有那个酬金呐、啊，这一类问题啦。那院长，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来来，大家不要讲话哈。第三幕你这边冻结是5,005万，5,005万，这个大概是9,000元，这个是多少？这、就是10%多少？增加冻结啊！哦，这个没有贬的委员会没有，是增加冻结的哦。增加冻结5,005万，59,000元。那还要减掉1,000万哦，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就25%是最多的，没有人这样动这么多吧？他总金额才2亿多，哎，你们怎么会去同意这个减掉5,000万呢？没有书面，我们要做，没关系啦，没关系。书面报告等一下被抓回来，被你专案报告可没有啊？刚刚已经说没关系啦，因为并案啦，并案都希望能够有提出相关的专案报告嘛？对啊，就是并案嘛。对，并第一幕。虽然说我们的第二幕，我们就是有坚持几个很重要，就是资安的问题，还有这个。啊，你那个可以问，你那个可以问。先问看嘛，就。嘛，唔当，蛮可以问的吼，辉哥哥啦。袂会。没啦。三分钟三。还先问你的专案报告，他们就可以说明清楚了，好、哦，这样比较快。如果3分钟也是可以啦，院长。不必啦，因为这个不止你有问题，其他你的委员一定也有问题嘛。啊，所以当专案报告他就可以问。啊，你现在问完他专案报告不是问一次，我们这边不是浪费时间，啊，不必要在这边哦，因为我们的预算后面到今天晚上要把交通委员会全部审完，一定要到12点呐、啊。高路委员，一定要到12点。来，郑委员，谢谢了。有关预算的部分呢，尊重院长的裁示了。不过有问题想请教主委哦。好，来，因为简短哦。我喊你讲的，我进来，我知道你开玩笑。好，谢谢，我讲话很简短。就是刚刚有讲了有关物联网的部分呢，我要请教主委，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发展 blockchain， 就是区块链。那现在台湾发展面临一个问题啊，金管会也在发展啊，卫部也在发展，经济部也在发展。那我请教主管机关是谁？假设你也比我还清楚啊 ，blockchain 是一个 practical， 就是一个协定嘛，技术协定，它包括治安的问题。那现在发展最快是在金融了，那我意思是说，业务当然归金管会，
但是假设是一个 blockchain 的假设的技术上，主管机关是不是归 NCC？ 现在找不到人哦，是不是主委可以说明一下 blockchain 的技术协定归在哪里？我很简短说明一下哈，其实 blockchain 最重要的是它用在哪一个 domain 哈，所以其实真正重要的还是在那个 domain 应用。但是刚刚委员提到一个重点 ，common 的问题，比如说资安的，资安的问题这边其实就是在我们资安旗舰计划里头，但是那个是行政院资安处统筹，那同时跟资安旗舰计划有关的行政院资安处会去统筹，比如说 NCC 这边就是跟这个infrastructure 有关的，然后如果说金管会那边他也有负责跟资安有关的事情，所以在发展这个产业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整个数位汇流里面会产生的议题。目前为止其实就是资安它会由行政院资安处统筹，但是个别的 domain 进去里面的时候，比如说金融的，比如说智慧财产权管理，它就会由个别的主管机关必须要一起来投入，这个不可能由单一的部会来。科技汇报里面有个计划，然后最后这个计划是他们来做。国家创新负责，资安你负责？没有，资安各个部会，行政院资安处。但是应用就回到各部会。对 ，OK， 好。好，然后 NCC 在这边就是因为所有的通讯传播都会经过我们的电信业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联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防护是 NCC。好，再加一个问题，问题很短 ，Facebook、脸书啊，现在很多假广告，谁该负责？现在找不到人哦，现在已经有提行政院治安汇报，但是找不到人，主管机关是谁？有人说你们到底是谁？好，那这个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因为 NCC 主管的业务是广电跟电信的业者，好，那 Facebook 基本上跟 Google 他们是资讯服务业者，如果以登记的主管机关来说是经济部工业局资讯服务业，好，那但是在上面跑的这些东西，如果它牵涉到诽谤，可能就是刑事的责任，那如果说它牵涉到霸凌，那可能就是卫福部，这个一样的网络的事情不可能单一的部会来主管，但是它会有一些机制来做一些协调，那比如说电子商务啊，那就是经济部商业司，对，所以基本上网络的事情不是单一的部会来主管，这个一定各部会都会一起动起来，那这个会透过数位国家创新经济的这个计划来，那我们也是 part of。 好，所以刚刚提到的，那如果说像智慧财产权的侵害，比如说盗版、透过机上盒这样子，智慧财产权的话就是经济部智慧财产权，所以意思就是说 NCC 完全没有办法去管，因为透过机上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无法去管。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律它一定会有保护的法益，它会有一个主管机关，可是它因为经济的形态、科技的形态产生了新形态的模式，那需要各部会就要一起来协力哈，这个东西是全世界都面对到的问题，不是只有台湾。对，有关于内容是真的是假的，它是不是广告，其实那个你没办法对内容去做认定啦，你也不可能一直去这个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它是内容，但是因为它透过了这个机上盒什么的，不是，那请问这个都有相关的部会在处理的，例如说你的第四台你在卖药，你卖的药是假的，是卫福部在处理的，并不是 NCC 在处理的啦。哦，这个都很清楚了。对啦 ，NCC 如果这么管，你就管不完了。另外，诸位，我请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都在面对问题。他时代力量的案子里面都有提到了哈，就是机上盒在第三台之后的收费。那我想请，我也怕那个内容会以讹传讹，我想请教一下，这是属于我们有线电视法里面地方在审议的费率，还是属于 NCC 你们在处理的？好，这样子哈。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在我们那个实验区相关的规定里头，就是说如果进入实验区的话，就是要送一到两台啦。那所以第三台之后，当然就不在原来的那个法定的范围之内，所以业者他都会用租用，或者像刚刚总召有提到，如果他想要自己买，他要多买就用买的哈。那如果用买的话，就是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规格，可能它的功能比较多。当然我们不会去抢。这个费率是谁决定的？业者自己决定，还是地方政府审议？他会报出来，然后透过审议。透过审查，就是在有线电视法里面的那个审查机制嘛。然后如果地方政府自己要审，就地方政府审。那如果他愿意给 NCC 像那个四个县市，对，像台南就是你们审嘛。所以这个责任要厘清了，是，不然这个案子里面会认为说好像都是 NCC 的责任，现在公我清楚了。好，高委你了解了。问题是他就变成他的服务一样，然后都收费不一样的问题啊。因为地方政府啊、哦。
有时候不太愿意介入这个汇率啦，我当过县长，我知道，我就推给 NCC 嘛，我知道啦，啊，有些是拿来当筹码啦，哎呀，怎么不晓得？所以这个为什么当初会，我说以前我离开你们为什么会定这样的法律呢？啊，来，我们不管啦，现在就是地方管还是中央管啦？就在有线电视，有线电视法里面是归先地方管，地方不愿意管才给中央管，就这样。大部分地方会管的、啊，你那个议员都很会管的、啊，你放心的、啊。好，来，我们现在回第三幕哦，刚才已经并第二幕。哦，做专案报告了哦，这个你们第我们尊重主席的才是，然后我们会就整，因为确实资安也是数位汇流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整体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对啦，对啦，好，不是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第三幕跟并到第二幕嘛，对不对？那题目不是第三幕不并第二幕，是专案报告这一部分，但对，我知道，简略跟冻结是个别分开的。哎、hey,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对不好意思，对啦，没有讲清楚。没有，我都讲得很清楚。我现在要讲的就是那个专案报告，就是它的题目。它可以没有关系啊，它第一本就第二幕，第二本就第三幕一起报告 okay. ，OK 啦，这个是技术性的问题。对这个报告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希望给委员会一个 overall 的 picture。对啦，其实数位汇流是整个的，但是计划是个别的。对啦，我觉得台湾必须要非常清楚什么叫做数位汇流。那数位汇流是整体的，但是个别的计划是去做个别的工作。是啊，很多人都不办啦，啊，都拢专业。这个在业务报告的时候。会期一开始的时候，主委就可以在业务报告里面又先说一遍，针对相关委员的问题来做一个说明。讲然后其他另外你要其他的这个专案报告可以另外再排，那就有两个报告给了，好不好？时代力量朋友可以好好的、啊。好，来第四幕53到117。第五十三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五十四案并入通三办理，第五十五案人事费冻结10%。第56案人员维持费冻结30%，第57案政务人员待遇冻结10%，第58案政务人员待遇冻结100%，第59案法定编制人员待遇冻结10%，第60案法定编制人员待遇冻结20%，第61案法定编制人员待遇冻结10%，第62案第63案约雇人员待遇冻结20%，第64案第65案技工人工友待遇冻结20%。第66案奖金冻结20%，第67案奖金冻结50%，第68案其他冻结20%，第69案其他给予冻结30%，第70案加班值班费冻结10%，第71案加班值班费冻结30%，第72案退休离职除金冻结10%，第73案退休离职除金冻结30%，第74案保险冻结10%，第75案冻结那个保险冻结30%。第76案并入通商办理，第77案教育训练费冻结100%，第78案水电费冻结30%，第79案通讯费冻结30%，第80案土地租金冻结20%，第81案资讯服务费冻结100%，第82案其他业务租金冻结30%，第83案税金及规费冻结100%，第84案保险费冻结100%，第85案按日计件计资酬金冻结100%，第86案物品冻结100%，第87案一般事务费冻结30%，第88案房屋建筑养护费冻结100%，第89案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冻结100%，第90案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冻结30%，第91案国内旅费冻结100%，第92案运费冻结100%，第93案短程车资冻结100%，第94案并入通商办理，第95案业务费冻结30%，第96案教育训练费冻结100%，第97案水电费冻结30%，第98案通讯费冻结30%，第99案土地租金冻结30%，第100案资讯服务费冻结100%，第101案其他业务租金冻结30%，第102案税捐及规费冻结100%，第103案保险费冻结100%，第104案按日计件计资酬金冻结100%，第105案物品冻结30%，第106案一般事务费冻结30%，第107案房屋建筑养护费冻结100%，第108案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冻结100%，第109案设施及机械
设备养护费冻结30%，第110案国内旅费冻结50%，第111案运费冻结100%，第112案短程车资冻结100%，第113案特别费冻结100%，第114案并入通山办理，第115案并入通山办理，第116案并入通山办理，第117案奖补助费冻结100%。宣读完毕。好，来，李委员，稍微讲一下。我在这边要提醒一下，这个人事费是法定的给予啊，你不要随便的删除或冻结啊，它是法定的一个给予哈。另外，这个一般行政里面有616，人事费用啊就占了519啊，这个我要提醒各位一下。来，这个哈，退休离职资金啊，这个可以动吗？这个啊，冻结土地租金2047,477元，你们有同意吗？因为你们人事会已经那么多，剩下没有几千万，啊，您甲冻结土地租金多少？冻结100%。总数多少？是2000多万。那基本上这个是因为要给邮电协会的，那因为有一点争议，所以在交委会那边的决议冻结。那我们尊重。不是，你这个土地租金，你总数多少啦？啊，为什么啊？那你以后土地你租金怎么办？报主席，这个部分是那个，因为我们暨南路的办公室，我们出租人是那个交通部所属的那个邮电那个电信协会。100%是对呀。那100%有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交通部那边也有提案嘛，对，专会同意的。好，所以这个冻结没有问题哈。因为那个土地都国家的，那我们的委会。好，那这样子哦，我们就同意哦。冻结土地租金2047,477元哦，这没问题哦。好，那剩下的哦，第54案是并入通案呐、啊，那现在就是剩下从55到117，哦，全部都是时代力量党团的冻结案啊，哦，其实他们都是冻结，虽然是130，他们也不是要删呐、啊，我们凭良心讲啦、啊，你们没有提删呐、啊。但是能不能接受委员会冻结1/10啦？委员会已经冻结1/10了，就6000多万了，增加这个2000多万，已经8000多万了。好、哦、啊，委员会其实你们冻结6000多万是很不负责任，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人事会你们要该扣掉。所以我其实啊、哦，我应该做一个修正啦哦。第4目，人事会及法定的支出之外，冻结1/10啦。对的，这样才有道理啦。对的，啊，不然你们连人事会在跟人家冻结。对，曾委员，我说对不对？对，对，对啊。不过你让我讲完吧。好，来，曾委员，曾委员讲了哈，曾委员刚才让我在行政院待过了哦，就是基本上哦。那我觉得刚刚院长的才是我尊重了，就是说那个法定支出你不能动，对啊，你讲动这道意思，动了以后你 ACC 它没办法运作不好了。那至于其他的部分，那些法定支出要排除，那其他自己能动多少啊？那个再听听大家意见了。而且时代力量最重要是要来听那个专案报告了，我跟讲的啦，这一边都是什么？什么运费50000块，短程车资50000块，啊，这个都是统三的部分，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来，我讲一下好不好？实际上，你养这么多案子啊，冻结数不等，但是有22项啊，100%冻结。都啊，院长讲的那个短期车资50000块还冻结，哦，教育训练服务费，哦，包括保险费，啊，包括按任计酬酬金哈。包括好机械设备维护，包括好，总共100%哈，包括奖补助，所有100%冻结哈，有22案，这样有没有办法弄？弄啊，人事会冻结哦，哎，那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哈，跟讲的逻辑出来啊，这是一般行政哦，属于业务性的哦，跟刚才那个数位汇流、物联、治安都不一样啦。所以我是建议啦，哦，好，要冻结可以，
但是人事会及法定的支出之外，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之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好，没有这样就很多了哦。对，我非常尊重就是院长的这样的一个才是，但是我这边还是要提到，就是说第几案的要他们报告来，没跟你讲，没第几案。我这边可能也想要提出一个这个主决议啦，好，就是因为刚刚之前送都送不出去哦，就是有关于就是慢慢和你提一讲嘛，没有增加，就是说，因为当然就是我们针对这个人事费。刚刚所提到，我们把它分几个层次哦，就是法定支出以及人事费的部分哦，是不要去动，因为这个非常去重，对，非常重要。人事费及法定支出，然后同时就是把这个除外之后冻结10%嘛，刚刚对10%，冻结10%。然后再就是说我这边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其实这个 NCC 都一直有提到，就是反媒体垄断法的草案嘛，都已经提出来，然后后面的进度都没有，没有说明，也没有跟这个社会大众讲清楚。那因为是这个原因哦，就是希望就是NCC 这边能够针对这个媒体垄断的。把这个立法的作业提出一个具体的检讨的报告，我希望在这边同时向这个院长这边提出一个我们自己时代力量的主决议，然后再就是说前一阵子有那个华视公视的这个因为说有民事介入，然后造成就是华视的人事有相关的异动哦。那因为华视它是属于公广集团的，那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我觉得 NCC 应该要出面，好，针对这个案子提出一个说明。那以上这两个如果可以提出一个专案报告，我针对这个人事刚刚的部分哦，我觉得就是提出一个专案报告，然后送到委员会之后。好，再来委员会同意之后才可以动之。好，这样子啦哦，这个都是并你刚才的第二幕、第三幕一并处理啦。不是啦，你要在那里问什么问题？第一个业务报告就开始，你们就可以进入第二幕、第三幕的执行啦。那第四幕后面又有一个专案报，就两次啊，两次，因为你。而且第四幕的部分是最没有意义的部分，那是一般行政啦。好，你讲的你可以做决议，决议并啦。好，你请他们来专案报告啊，他们要不，你可以提你的主决议，但是要不要并在一起，让招委去决定啦。因为你看你的主席有没有接受啊？我知道，就是说，没有，他是排除两项而已啊，其他的大家考量，但不要在第四幕啦，因为第四幕你再来啊，第四幕还是并第二、第三幕，意思都一样啦。对，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想要提出这么多的专案报告，然后只有在一次。好一次，就是说一次，如果一次讲不完，对呀、啊，就是再拜托赵伟排第二次吧。我真的担心一次讲不完，为什么？因为第一缸就没人来问了。我们时代只有五个委员，如果非本委又讲不到几分钟，对呀、啊，所以其实希望就是说每个题目都能够讲到，就像刚刚讲的数位汇流的部分，然后呢，跟这个反媒体垄断法的部分，以及就是。现在这个华视公广集团的这个人事的异动的争议，当然就是说，它也是属于 NCC， 它必须要去管辖的嘛。NCC 管不到文化部的。对，这样子的哦。其实时代力量党团的意思，刚才柯总在也点出两个重点，那 NCC 就针对这两个重点在。第二幕、第三幕的专案报告，你把这两个重点讲清楚，那我们就不必在什么旅运会、特别设备会这边给他所谓提专案报告。第四幕，这第四幕提专案报告是最没有意思的了。我看这么久哦，从昨天报告院长，前天审哈，报告院长，我们就两个嘛。第一个业务报告一开始会期开始，
我们时代力量朋友就可以去问。另外，我们再排一个反媒体垄断法的一个专案报告，这两个好不好？就好了。好，因为你的今天的一百多个案侦结还是在反媒体垄断法，对了，好不好？好，那这个哦，两次的专案报告，我们就这样了啊、哦。两次的专案报告，就是反媒体垄断法，它就各针对反媒体垄断法一次的专案报告。好、啊，还有一个业务报告，还有其他相关的刚刚所提到的业务报告。好 ，OK。好，就这样子。业务报告你什么都可以问啊，有关治安网啊，还有哦，数据、啊，还有你们是在交通委员会嘛？如果、哦、你们本委员会的哦，或许你们执行时间可以给他们长一点呐、啊。啊、哦，天哪！交通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的，等一下我，等一下我觉得只有一个业务报告刚反媒体垄断。好，来第四幕了啊、哦，我们人事及法定的。啊，特定法定的支出之外啊，冻结10%，提书面报告了啊，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之后，使得动支来主决议118-121。118-121行动通信业务频率使用费收入均未达预算数。那你不必那，我们问一下就好。118你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看？主席你们都看了没？好，118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好，改书面报告。你不要每一个案都专案报告了。那我跟你讲，刚刚这会议交通要提他们的专案报告，我看就要5-6次，不可能啦。5-6次啊。这个以后哈，到10年后了，没有委员会哈，全部在院长这个还是再重来一次，法案都不要不要专案了，我们刚刚已经说成又变两，就是两个刚刚、就是、啊两个，你这个要并入那个、啊、一个业务报告，一个反媒体垄断啊，所以你这个就两个报告是什么？业务报告是一个嘛，还有数位汇流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个、可是刚变成业务报告，然后反媒体垄断数位汇流了。还会谈到这个在那个电信管理法是吗？在电信管理法就有了，就可以讨论这个你们提到的这个议题啊。啊，你这个都一样，已经送进来了。你118的问题跟你刚才在我们审议的第二幕的问题都一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主决议没有问题啊。啊，所以你啊，刚才已经裁定要专案报告，你这个主决议有什么意义？主决议一样啊，就内容都一样，应该没有差别。你们可不可以同意？对啊。嘛，税入那个刚才已经确定的那个税入还要专案报告，提书面就好了。那个你可以看结算就好。税入要怎么提专案报告？他年度是要12月底才能够给你专案报告啊。你中间他都还没有收入，怎么专案报告？这个奇怪啦，这个提案奇怪啦，撤案啦，这个撤案啦，不用撤，那就改书面报告。好了，好，改书面报告。103-105，但是哦，不是税入哦，但是不是看结算书就好了，不是一个月哦，哈。哦，下会期，下会期，你们提出一个书面报告了哈。好，118改书面，119呢？119是通案国外旅费，一者有错字啊。一者有错字，啊，李慧当然都在统三里面来处理。李慧是统三处理的，这个撤案啦，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是统三的啦。好了，这个统三的部分我们撤案了啊，坚持啊。19撤案，120呢？不要把李慧这种放在主决议里面。120也是税入。啊，税入就书面了，改一个会一本会期一样的，提书面报告了啊。改书面修正了，修正通过。如果他们这个121大幅减少，原因还不了解的话，现在刚才已经讲得很透了哈。院长先慢一点，我先看一下。23幕已经处理了。121在第几幕？第二幕、第三幕都已经处理。啊，你第这个都会提出专案报告的啊，在下会一个月改下会期啦，反正你们都要提了，你就同意他这个啦，在下会期121就同意了，通过了，改下会期好不好？好。书面啊，不 啊，他们本来就来专案报告的 ，OK 了。他们本来就来专案报告的。啊，新增一个。其实就是内容的部分，我觉得因为刚刚都有一起讨论，所以我觉得主决议没有问题吧。好了，121就改下位置就通过了啊。那121之一，
大家看一下，你 NCC 看一下，一二一之一，就是刚才讲的反媒体垄断嘛。对，反媒体垄断法的部分。这刚才讲好了。啊，有这个刚才已经要提专案报告了，那你这个就可以接受嘛啊、哦？你看一下就通过了。就是遵照刚刚主席的才是，不过刚刚那个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会跟数位会流都有都会一起啦，你就把它，你有几个，诸位你有几个议题，你可以问基本啦啊、哦，给他们看。这里面包括数位传播法，包括电影管理法。没有院长，院长，等一下，我重新再一二一之一就通过了哈、哦。我知道这个一二一之一，我的意思是说，诸位你刚刚的意思就全部。变成一个案子，然后一起报告。你的意思是这样吗？不会啦，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刚刚已经先说。我们一垄断就是一个案子嘛。包院长，就是说刚才这个院长已经宣读过，说他们这个新的主决议通过，我没有意见，但是里面有错字。那修正错字改一下啦。你们的今年其实是去年。那另外在专业上面来说，其实你们都缺少很精确的定义。你们指的媒体其实可能是指的是新闻媒体，媒体不只是只有新闻而已啦。所以你说的集中化，其实我在看起来它是分散化。哦，那私有化本来台湾的媒体就私有化，所以也不容易集中化。所以你在来对哈，你们里面其实真的很缺少精确的科学性的定义，但是没有关系，就通过了。那是不是可以今年改成去年了，好不好？这个应该没问题。对对对，我刚刚其实有看到，然后我没有。今年改去年呐、啊。啊，扁会期哦，不是下个月啦，扁会期的。啊，好，好了，好，NCC 谢谢啊、哦，你们到此啊、哦，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谢谢总召，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好，没有。我在加班啊，谢谢。啊，谢谢。无啦，阮扁东有买啊，恁吃啊。啊，扁东分就分给因啊。本东啊，搬落去。来，惠安惠航安全调查委员会。来，学生委员，请坐来。你是关心这个议题吧？人也在家干什么？一二一二三，这是保留，还有那个，我们是通过啊，三个案子。好，我们要讨论那个整个法制面的问题，好吧？法制架构都相关。那组织要怎么组织？八大那个他不愿意改就算了。好 ，OK。那个股东那个。好 ，OK， 好。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暨副主任委员。好，哦哟，哦，还有我们的资深飞安调查官王调查官，哈，好来，你们很简单了啊，一二保留，一二三保留，一二四。一二四，一二四照修正文字通过，宣读完毕。他们同意、啊。你们同意吗？意就是冻结25%，改书面报告这样子嘛。好，那我们就照冻结25%，改书面报告。那原列数啊、是8,906,000元了啊、哦。好，那你们就可以离席，谢谢。好，谢谢院长，还有谢谢各位委员。公共工程委员会，我们吴泽成主任委员来，哎、欸，来，吴主委来。吴主委。哦，很牛哎。好来，一二五保留，一二六保留，来，我们第二幕是一几个案？三个案子，
一二七、一二八、一二九，三个一二七、一二八、一二九，先从一二七，你们同意？他们同意。三减八十万，啊、哦，赖委员的案子，你们同意吗？啊、哦？我们跟好，那就照三减八十万啊、哦、通过啊、哦。那一二八，一百二十八案，你们同意冻结一百万？对不对？好，那这啊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支。好，那一二九，这委办会用的冻结五百万，你们同意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支，你们也同意。对不对？哈，没有经委员会同意、啊。当然要经委员会同意啦，书面报告都要经委员会同意。哎呦，我就是这样，就是就。每一个项目都是经委员会同意啦，啊，不然你书面报告来就过了，啊，委员会都会同意啦。哎呦，一二八这个是委办会用的，那他只有冻结而已。他只有冻结，他没有删减，冻结他要冻结删减之后的，他也是他同意就好了啊、哦。好，那这个就照修就照案通过了啊、哦。来一三零第三目，他们也同意了，冻结五十万。经啊、提书面报告，经啊、委员会同意后动支，啊，这个你们同意。一三一案冻结百分之二十，经委员会啊、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动支，啊，然后再来是第四目啊，刚才我讲的第四目是第一百三十一案，啊，孔文吉的案子啊，孔文吉委员。冻结百分之二十，经委员会同意后动支，然后一百三十二案，哦、就一百三十二是什么内容？哦，现在是进入主决议了啊、哦。来，一百三十二案有没有问题？好，照案通过。一百三十三案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好，一百三十四照修正文字通过有没有问题？同意。好，一百三十五万照修正文字通过有没有问题？同意。一百三十六万照修正文字通过有没有问题？同意。一百三十七案照案通过有没有问题？同意。一百三十八案照修正文字通过有没有问题？同意。好，那你们可以离开了。等一下，有压日期哦。嗯。诸位啊，诸位，等一下，行政会委员有压日期，好，有压日期都是改为这个消委期啊。对，我们这个委员会会处理。哦。我们委员会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以下会期，因为习委员，我们一个月搞不好都还没有开议，你们都还没有办法来，啊，都改下会期，好，好，好不好？谢谢院长跟各位委员，谢谢。好，来交通部。那个书面报告只是在情报收集而已啦。不能办呐。不能办。好、哦，今天，好、哦，来。紫薇啊，哦，你上平山，请讲，请讲，谢谢。你头脑。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议会的啊，我们政府的部门的啊，我们的代表啊，交通部贺成部长，还有哦，有人不捌的不？不是台湾人啦。会计处张处长，主计室吧。好 ，OK，OK，OK， 好。哦，你啊，主计室没有来，林主任，哦，你就是林主任，会计处的，哦，张处长，哦，会计处，哦 ，OK，OK，、OK OK, 会计处，对对对对，好来，来，主计室没有了，哦，陈主任，主计长有来，主计长有来，不是他的交通部啊，好啊，一百三十九案，等一下，一百三十九案。好，一百三十九，我们保留；一百四十，保留；一百四十一，你们
有去沟通，冻结10%，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有沟通过吗？跟院长报告，是不是提书面报告之后还要经过委员会同意吗？因为那个啊，当然也是当然，这基本款，基本款啊，这个每一个单位都这样子啊，啊，不然你们丢过来，我们怎么知道你丢什么？所以委员会他们就会看嘛，好、哦，来一这边协商有不同的原则啦，那就照院长指示就好了。然后142案，哦，并分组共减略1050万元，哈、哦，这是减略的部分啊、哦，对不对？这是委办费用嘞，委办费照通案了、啊。我跟你讲哦，委办费是通案的哦，通案之后你同意减略1050万吗？这是委办费哦。啊，这个委员会减了，并在一起了，反正通案也会删掉，删掉因为比这个1000万还多了，通案已经比较多了。包院长是不是以委员会的为主啦？那如果委员会一样的就这样通过，那如果是委员会，你委员会是五万没有差吧？反正就1000万了。委员会减列在哪里？委员会就委员会讲我嘴，讲给我办。蒋委员，蒋乃新委员，我跟你讲啊、哦，我来处理啊、哦。来，院长讲话听一下，来。这个141、142都是委办会啊、哦，委员会减列1000万，这不算哦，因为通案会比1000万还多，所以委141、142依通案处理，委员会这个减列1000万，超过1000万就以通案办理，不足1000万就是减了1000万，对、啊，好、哦，这样有没有道理？重新高了，好、哦，好，好不好？好，那141、142就这样处理哦，哈、哦。来，143也是国内旅会，对，143也是通案处理。哦，国内旅会没有通案，对，那个国内旅会没有，没有。那你们？亲民党啊、在国内理会在委员会啊是减列200万，对，那现在亲民党增加要减列多108000元。那院长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基本上我们认为说其实我们很担心你有胡编的这个嫌疑了哈、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之前你们编的预算其实也没有这么高，那如果就是说在委员会是减列200，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就减列100，那我们就不保留表决这样子。好，我们都减列100可不可以？院长报告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旅运费基本上我们的预算比、上年度的预算数前年度的预算数都低，在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了，那当然是比前年度的决算数稍微高一点。他们黑吉爸爸应该是、啊、高对他们的影响其实真的没有差啦，真的、啊欸、那个院长我觉得真的你看我们配合的地方都撤案了、我知道、啊、亲民党是没有话讲的。来，我为这100万我讲一下话好了啦，就交通部是观光事业跟交通运输事业的主管机关，如果我们是砍太低的时候他真的有需要反而变成业者受灾啊，人家拍这个收钱，安尼嘛不好啦，就照着委员会减200万就好了啦。没有，没有，所以我的意思说，那我们就减列100万啊，我们本来是提1000万啦、啊，就是300啊。而且叫委员会能对啊，赶紧基本是讲200就好了，在无啦，在搞，我阿伯不然我几千呐，对啊，你都要讨论呐，真的啦。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你不能这样一直坚持，因为其他的我们几乎都是讨论可以撤案啊，如果这样都没有办法，你不能用去年跟今年再去做比较啊，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太没，这不是办公室主任的问题，你要尊重在场委员啊，你好啦，哎呀，都讲都拍垮呢，是啊是，对啊是啊，那陈姐啊，我们讲就好，陈委，啊那个我十多了，都加五十多了，好了，加五十啦。一姐，50万啦、啊！好了，好，好了，我们就答应了。哎呀，最好了。我总招是讲一千呢，我讲一百。我总招交我贴袂完。对啊，袂使啊，袂，因为这个是他交通委员会他特别交代的、啊。李总招很明理的，他没有他特别交代的，不能这样讲。我觉得这要个别尊重，100真的啊，都安尼。阿、欸、表、啊，我们可以考虑撤案就撤案呐、啊。
对不？啊，不是大家来处理，不是较久。十万就好啦。好啦。那后边足侪案，我们自己都有跟你们谈呐。好啦，好啦，五十、六十啦，莫安尼啦，好唔好？大家各退一步啦，来啦，侯院长一个面子啦，六十啦。那就减略260啦。啊，恁较欠的啦，交通部节省意见啦啊。来第一幕，第一幕144到147。144按照修正文字通过，145按交通科技研究暨应用推动计划冻结5425000元。第146案已与委员沟通，文字修正后通过。第147案，关键基础治安资讯分享及分析中心建制计划委办费冻结600万元。第148案，你第一幕就好，到147就好，我们是一幕一幕来。那要其实我改冻结嘛，简略改冻结嘛。一四四。委员会啊，委员会第一幕是减列200万，冻结1/5呢。哎，包括院长，这是我们交通委员会在那个时候审查预算的时候的我们的通案，就是就最多就是20%，这是公事。最多就是20%这样。那个交通委员会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到院长的协商可以改为10%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通案就是我们那时候通案就是20%。这边所以刚院长有指示说，我们委员会里面的说人事没有排除，法定预算没有排除，那个交通委员会我们都提醒过。啊，我们两个招委后来跟大家讨论的通案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是低于20%的话，就尊重院长的好了，就院协商这样子。院长就好了。黑的第一幕的预算多少？6100多万而已。那你看，你接受徐志龙委员冻结2515万，这个已经是1/3了呢，还不止哦，25%呢。那再加上你委员会冻结20%，那就45%呢。这个是来这边才增加的，不是，这不是在我们委员会的。啊？就是委员会是1/5，就我们现在这样子了。等一下，等一下，这一幕是。交通科技研究发展嘛，对吧？那我们到在这里一般都10%了，10%的话了。这个亲民党党团冻结542万，这个最有道理、最有人情了、啊。然后叫你最有感情了、啊，这个支持亲民党的提案呢、啊？但是他已经答应徐志龙委员了、啊。你看那个。但是这个实在啊、哦，你们这是谁去答应？怎么会答应这样的一个事？我跟你讲，重新调整了、啊。你这边没有沟通吗？跟院长报告，其实是委员的坚持。那我们是觉得他因为改为冻结之后，因为是书面报告，所以还可以接受。因为要这个增加议事的效率，所以我们。我跟你讲，那样啊，就听不到了。145万是全数冻结哦。市长，你说冻结多少？不是，你看能够冻结多少嘛？冻结多少？10%了。反正这个你10%是2000多万呢、欸。600啦，他这个经费才六千多。啊，他要冻啊，不是徐委员的，是冻结2000万10万吧？对啊，徐委员冻的2500多万呢、欸。不，10%了，这个在这边协商吗？院长协商的原则10%就10%了，好不好？陈委员你也参加了好几天了嘛，就赵院长。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是说，他没有问题啦，少啊，亲民党是最少的。这个意思呢？嘿嘞，对啊，陈委，这个跟人家冻结啊6000万冻结将近25%，这个有哈。那我们尊重院长好了，这一啊对啊，好了，10%啦，冻结多少？10%了。611万5000呐、啊，那把它改成专案报告好不好？来啊，没有嘛，他当然没有。嘛，后面一定还有很多专案报告的。交通部专案报告好多、哦，很多很多，都是他在专案报告的，就很多啦。院长觉得改书面报告，10%的啊，不要还有专案报告了。好了，这条书面报告。144第一幕哦，冻结10%，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支了啊。
院长，院长，那我们一四五就不要另外提，就并他们的案子一起处理，对，就直接并他们。然后亲民党冻结五十二市在10%之内呢，啊，好，来第二幕一四八。哎，报告院长，一四六案哦，虽然交通部他们同意，可是文字上可不可以拜托那个就是修正一下？哇，这个就其他就撤案了。我一四六没有啊，把一四六有了，他是全部冻结，这个你冻结10%，其他就没有了啊。你哎，拜黑啦，啊，他修正怎样？一四六，刚刚院长你的裁示是照修正文字通过了，他修正的是冻结数字，可是我看起来在这样就不见了啦。第三行，不这样不见了，不这样算不见了，不见了，你这样就无票了，无啦，那就无票啦。不是啦，这个哦，这在协商，因为各委员会都是临时来哦。我们只要一宣布这一个目冻结多少，其他的就并入那里了，超过那个也只是在那里，哦，哎，啊，刚才陈义杰委员讲，因为他是542万低于10%，所以他就并入嘛，没有问题。但超过的也冻结10%，改变你们委员会的决议，因为协商是可以改变委员会的决议啊，哦。来148会员大会了，第二幕。148第二幕已沟通文字修正后通过过。149照文字修正通过。150基本工作维持临时人员酬金减列134万4000元。151案照文字叫修正文字通过。第152案物品冻结100000元，第153案国内旅费减列62000元，第154案并入通三，第155万一般事务费冻结96万5000元，156案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来，好来，我们看148哦，一般行政的，148到多少？到156哦，148，一般行政总预算是75213万1000元，对不对？一般行政啦，第二幕啦，第二幕总预算多少？75213万1000元。那委员会在第二幕哦，是只有减略100万了啊，哦，好，委员会减了100万，第二幕了啊，哦，那148到156，148哦，这个许益仁委员哦，就是国民党党团，他这边哦，他提出他改冻结了啊，哦，他改冻结，好，哦。我先讲，那75213万里面，人事费跟法定的支出多少？这个人事费是5亿3241万4，占70.83%。那你剩下多少？剩下2亿1900多万，大概都是基本行政维持。2亿1900万呐，啊，下面有三个分基金，一个分预算，有航港局，就是部本部航港局。高铁局、铁工局四个单位的基本行政的需要。好，这个哦，这个人事会不要动它了哦，跟人事及法定的固定支出，我们一般都不动了哦。那剩下的大概2亿1900万哦，非人事的一般纵然是行政费用，如果是冻结，你们还可以解冻了哦。那么许益仁委员。他是修正可以啊，将简略变成冻结案了啊，哦。那么后面的话，149，跟院长报告，徐志龙委员刚刚有电话联系，他说他愿意撤案。好，那我们就撤案了哦，徐志龙委员就撤案。149啦，149了。包院长，那个我想请教好不好？好，来您说。149啊，这个那个徐志龙要撤案没有问题。我要请教部长了，就是前瞻基础建设，他现在提到是轨道建设嘛，所以要请教部长，当时前瞻基础建设里边轨道建设36案了，好，上期后来加一个37，
那后来有回去评估，现在是不是可行性通过的有哪些案子？是不是还是37案全部都要做？就是跟委员报告，就是按照我们可行性研究的这个进展的情形的，并不会说是好像我们37案全部通都是一定保证做，就在这里。有没有哪些已经决定要做，哪些决定不做？有没有？还没有，现在还正在都在这个准备跟审议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会比较敏感化？他会陆陆续续的会来审了，不是单一的时间的。我想大概应该在今年大概3-4月以后就会慢慢明朗。OK， 37案我就明了，所以不一定是37案全部做。对对对，我们至少现在正在这加强这个审查。OK， 好，谢谢。好，来，我跟各位党团说明哦，第二目148到156哦，我来先说明一遍。149是撤案，那150是减列134,000元，那151廖国栋委员是冻结10%，那林德委员也是冻结10%，然后。那但是，它是针对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哦，453万冻结10%。那针对国内旅会，它是冻结10%。黄昭顺委员针对大陆旅这个是通案呐、啊，我们154就把它撤案了、哦，因为这个是通案。然后155是冻结965,000元，还有再来。那个资讯管理、资讯软体、硬体设备是冻结35,000元，这35,000我看也不要的了啊、哦，能不能这样子了啊、哦？我们除了把法定的支出，包括就是人事跟法定的支出扣除，冻结10%，然后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支。然后第二幕在委员会减列100万的部分，我们照减列100万。好，这样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啊，基本上尊重院长的裁示的。但刚刚徐总办公打电话来是，他149案没有撤案，他是撤107案，所以还是并到刚刚院长的裁示的。好，但是并到这边哦，其实是超过的哦，因为我们才2亿多。10%是2000多。刚才决议了，他就把它降到那样。报个名就好了。好、哦，好，好了，这反正这个好、哦、啊，减列就减列100万啊、哦，然后好、哦、这个就是冻结10%了啊、哦，然后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支。来第三目157到163。157到163，157第三幕，来。行政的啦。157那个徐委员说撤案。好，撤案。157撤案。好。157撤案啊、哦。对。158，这个行政，就是冻结十分之一啦。那159也是冻结10%。160是冻结1000万，161是冻结2000万，162改成主决议，这个有没有问题？改成主决议，你们看过没？有没有问题？那162就通过，照修正通过哦。163冻结100万。冻结100万，哦，并分组了，那个分组那个没有意义了，我们就冻结100万了啊、哦。它是哦并分组，它是冻结这一组的100万，那我们总数就是冻结100万。那164，徐志龙委员这边是冻结100万。164另外哦哦，到我们到163了啊、哦。好，我们就照惯例，哦，委员会啊、第四目是冻结。20，我们冻结一样10%，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支，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好，来第四目，第现在进入164啊，164第四目啊，有电的。164啊，冻结
100万，然后徐委员是冻结342万，然后郑天才委员是冻结1/10，那么这个总经费才1142万，我们就冻结一样1/10，因为这个大概两个委员有这样的意见嘛，100万跟1/10差不多嘛。好，就1/10。我要提书面报告吧，哈。提书面报告了，这个没有什么好专案报告的，就1/10提书面报告。那后面的文字都一样，我不必再宣读了啊，都要送委员会，经委员会同意之后使得动之。来，第168。那第168。陆任师啊，168是第五目，第五目啊，总经费是多少？6,8526万啊，来，在第五目在委员会是减列1100万啊，这个我们要跟他尊重保留啊。那冻结我们来讨论啊，这个国民党党团是冻结，徐志龙是8100万，那赖世宝委员是减列30万啊，那。吕义林委员改主决议啊，这个你们接不接受？好，170万改主决议，那就修正通过。不，那主决议是什么？内容。内容就是在你的你那一本的隔页，就是有主决议，你要看呢、啊。170。好，改主决议，然后这个就修正通过。然后。徐一伦委员是冻结8526万，然后再来，陈超明委员是冻结10%，是在奖补助会啊，这个是通案嘛？这是通案吧？对，通案。这通案这个先通案170万通案，我们就先划掉了，好不好？然后第五目的173案是冻结1/5，这黄昭顺，啊、哦、委员的啊、哦，但是他只针对这个8569万哦，不是针对总体的，我们现在是讲第五目总体的哦。好，第五目总体的是路政业务规划，现在啊、哦，170案之一，亲民党党团提出一个。时代力量党团，这个是主决议吗？没有，删减案哦。删减多少？冻结10%啊。专案报告。没有，你要看170/1。170/1，这是新提的。好。怎么一直新提？刚刚讲好了。好，你新提冻结啊。170/1，这是关于过劳啦，哈、哦。大家看一下。哎、欸。那你要不要？哎、欸，对不起，这个，哎、欸、，Hello， 这个是怎样？你们到底是要冻结还是要删减？冻结10%啦，你冻结一般的路政管理项下预算10%啊。那、啊、你的五文里面呢、啊？对，冻结。冻结啦，不是删除啦，冻结啦，10%啦。你要这边看。台铁人力，台铁人力调度的问题啦。那、啊、你这个来，来，薛委员，你们要不要研究一下？冻结了，冻结了，再一直提案的对吧？没了，没了，那就不用写数字，就冻结10%。而且他是讲，那里，那你在交通部处理，那为什么会？那为什么？好 ，OK， 没有，因为这是台铁不处理啊，所以我们就先。对，你们到台铁再处理的。没有啦。台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处理，那边啊，你们也是有冻结案呐、啊，一起处理啊。就算黑猫犯错，白猫被关。这是什么公路？这个还是交通台铁？台铁在处理的，建议你们、啊、一样的内容，好不好、啊？一样意思嘛。这，但是哦，你交通部公路总局，你一哦，这个是中公路总，等一下再处理、啊。对，这是另外一案。来，那你这个冻结10%，我们这样子的啊、哦。因为冻结10%，你路政业务我们就冻结10%啦。那减列1100万呐、啊，冻结10%啊，这个就含挂在里面。对的。啊，因为你的冻结数也不多了。
也不多，也是10%。那台铁的部分都包括在里面，因为它动起10%，大概就6000多万了。好，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书面报告要把时代力量这个问题提出说明了，好，澄清一下，好吧？好，好不好？好 ，OK。来，我们第六目。第六目第174案开始。来，第六目第174案已沟通同意撤案。第175案，加强道路交通秩序整顿及行车安全，冻结10%。第17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177案道路交通安全，冻结1045万6000元。第178案一般事务费减列775万5000元。第179案撤案。第180案并入通山办理。第18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18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18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184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185案强化全民路权及用路安全观念，减列2000万元。第18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宣读完毕。好，来，我先来处理改主决议的部分啊。184案啊，吕玉玲委员他改主决议，这个文字你们接不接受？好，那我们就修正主决议180案修正通过。186案吕玉玲委员改主决议，你们文字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同不同意？可以吗？好，那186案照修正改主决议修正通过。那现在回头啊，我看这个总预算数是第六目是2亿9045万元啊，那冻结数啊，大家啊大概都是10%，我们就比照啊冻结10%，那减略1000万。就因为这个是尊重那个委员会啦啊，然后冻结10%，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好，可以哈。好，来这边跟部长提一下哈，我们案子主要是针对这个两阶段是左转的问题了哈。在哪里？第几案？我们是175了哈。好，175。就是要冻结10%，这个院长的裁决我们接受。啊，对你也是冻结10%啊。啊，这边特别跟部长这边提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争议。好，你这个哈，这个这个时代力量这个他们每一个的提案的内容，在书面报告里面你都要说明哦。我一定会回应。好好，他要临时伸出来170，你也看一下。那个看着看过了。那院长报告一下。好，来来来，一姐的。我们第几案？第几案？185案。差不多，不要再扯。185万，我们本来是3减2000万，那是不是就照院长刚刚指示的？就如果他们要过来书面报告的话，我们就并那个委员会的这个冻结。好，好不好？然后请他们务必来书面报告，就是要缴书面报告，那我们就并冻结，好不好？185案，亲民党党团减列2000万，并冻结1/10，内部并入了啊、哦，但要针对就是里面有冻结案的问题，你们都要书面报告了哈、哦。所以185就并入了啊，好、哦，这个案子没有取消了，但是冻结2000万是并入，你们也要提书面报告。来第七目。第七目187到196。第187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188案撤案。第189案撤案。第190案撤案。第191案已沟通改为主决议，文字修正后通过。第190。第100几案改主决议。191。好，191有，那这边有哈。啊，这个好，第100哦，有通山哦，有190改主决议，等一下我宣布，来，你继续。他多吗？
第192案轨道安全提升与改善减列1969万元，第193案业务费减列1000万元，第194案一般事务费冻结268万5千元，第195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196案业务费冻结300万元，宣读完毕。好，第七目啊、191案的那个改组决议，你们有没有看一下？那可不可以介绍？好，191案我们改组决议修正通过，191案哦哈。那剩下的啊、哦，有简略的啦啊、哦，那我们委员会第七目是没有简略啊、哦。都照案通过啊，那我们第七目是轨道工程新建的业务啊，我们是不是冻结十分之一啊？也是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因为你们都是简略，这个没有意义啦。好，院长，好来，您说。前面我们本来讲说要到委员会专案报告，不是书面，因为到现在都还没有专案报告。那你要专，你要提哪一个专案报告？你那个193就是没给你，没你提哪一幕啦？哪用一幕、啊？第七幕。好，第七幕，你们来做专案报告，好不好？好，第七幕，好、哦、就不删你预算，冻结十分之一，好、哦，其他都有简略嘛，就这个提专案报告。那你就专案报告哦。你就把一些大家的一些问题说明清楚。来第八幕，第197案撤案，第198案撤案，第199案已沟通文字修。第八幕是192，192开始。第八幕第190，哎，190是第八幕，190是第八幕，但是他就跳到197。因为第八幕是，192跟197两个是第八幕。哦，是第八幕只有两个。啊，轨道安全的提升啊，啊第八幕。197就是剩192了啊。192，许益仁委员是简略1969了啊。那第八幕我们一样了啊，就冻结十分之一。然后提书面报告了哦，后使得动之，哈、哦，好不好？好，那第九幕，199开始，198案撤案，撤案了嘛？199案已沟通文字修正后通过，第20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1案照文字修正通过，第20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啊，对不起，啊，对不起。第九幕哦，到只有四案了哦，那总预算多少？那大家都对你很慈悲啦哦，第九幕委员会是全部都通过哦，那国民党党团许益仁这边有一个简略1000万，其他都是冻结1000万，哦，还有一个是冻结十分之一的。跟院长报告，那个徐仁伟，我们早上去沟通，他同意改业冻结案。啊，好，那我们一样，但郑天才委员他也是冻结十分之一。好了，我们就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第十幕。第十幕20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4案并入通三办理，第205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7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0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1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1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1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1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14案台铁整体购置及汰换车辆计划冻结5亿8140万元，215按照修正文字通过，216按照修正文字通过，宣读完毕。好，报院长。来，第十幕到216案，除了214案之外，
其他大概都是冻结在十分之一之内了啊。那请曾委员来好谢谢表示意见。好，谢谢院长，因为郑天产他刚刚有提一个主决议，那已经发下来，那看看交通部有没有意见。来，赶快。操作的规划，然后就到这个图了。那你这个是通可以接受吗？好，那这个就这个主决议我们就照案通过吧啊。这个编在哪里啊？你这个主决议要不要？你是要编在二五五之二嘛啊？好，二五五之二，等一下啊，我们来这个通过，但是在二五之二啦啊，在那个序啊，你这个交下去的，来。那第十目哦，这个我们是不是一样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然后也一样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正天财委那个我们就主决议就通过了哈、哦。好，第十一目217-230，请宣读。第十一目217案已沟通同意撤案。21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19案并入通审办理，220案考察荷兰市座地下车站冻结125,000元，221案铁路建设计划冻结1亿元，222案铁公路重要交通工程冻结1亿元，22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24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25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2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27案并入通审办理，22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2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30案并入通审办理。宣读完毕。这个大概大家的意见也都是多数啊、哦，第十一案、第十一目啊、哦，大概都是冻结案了啊、哦。时代力量是有一个减略2500万，不过这个是通案的呢，这个是通案呢，230哈、哦，就并入通案处理了啊、哦。那这个能不能也是冻结十分之一啦？冻结十分之一就13亿呢，比你们任何一亿案都多了。让他来说明啦啊、哦，好，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资啊啊、哦，有咯，他这个预算是135亿啊，就13亿的5000万，比你们任何1亿啦、12万什么1亿都多了，太多了。12万5很少啊。啊，所以你包括在13亿里面了。啊。啊，你陈雪胜，啊，不然我们动20分之一。动20分之一了哈，好，动20分之一了，这个谢谢陈雪生委员了哈。动太少了嘛，动多一点。动20分之一呢？才动135而已啊。20分之一是多少？5%，就7亿了。7亿多啊。好了。好，20分之一提书面报告使得动资哈，20分之一哦哈。好，来第十二目。第十二目231案。已沟通同意撤案，宣读完毕。好，第十二目已经撤案，我们就照委员会啊，就照案通过啊，就照委员会的案子通过啊。第十二目委员会你是跟人家冻结五分之一，这个就取消了哦。好，没有就取消了哦，因为231案人家撤案了啊。对，遵照院长。好，我们就十二目就不予冻结，也不予删除。第十四目232案，第一预备金减列514万元，宣读完毕。预备金不要减列啦，第一预备金那个都是应急的啦。我们是不是撤案啦？哈，好不好？好。曾，第232第一预备金那个曾伟，我们都当过这个预备金都是照比例来的嘛。好，这个撤案啦，230案撤案。然后预备金是照例的啊、哦，来第十五目。
第十五目233案已沟通，照文字修正后通过，宣读完毕。好，233案的文字修正，我看一下啊，我要念一下你们才清楚啊。它是冻结，建议冻结107年度地方政府汽车燃料使用费分配短少补助预算1亿7577万元，以促改善，然后提书面报告，然后使得动之，也可以了，你们可以接受了。这个是补助地方，对不对？对，但是书面报告它也没有关系了。补助地方不要了。好，那撤案。哦，对，你敏感度很高。撤案。好，第十五目哦，这个233撤案。好，那我们进入主决议。第234。照修正文字通过，有没有问题？你们看一下。这个跟部长这边沟通过的，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不要紧了，我只要他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问题了。可以哈。好，那照修正文字通过235案。进一下文字修正。啊，你要怎么修正来？就是倒数这个第三行那个固台铁局那个地方改为建请台铁局。应保障轮班制员工更换班次，然后加几个字，就是于人力请征到位时，然后应有超过11小时之休息时间为原则，然后以保障员工，好不好？拿过去的，后面的文好不好？他人不在啊，我知道，但是修正这样是有道理。确定。你确定有沟通？你跟书记长沟通过没有？我是一个小会，要报相关单位啊。好，那照文字修正通过了啊。如果照修正文字通过，如果他再有意见，我们到院会处，你再拿下。好，235哦，修正文字通过。那这个文字在这边，你们要收起来哦。那236。236，你们有没有看事前？同意。好，照案通过。237，好，238撤案。239，遵照办理。238是撤案，委员徐文撤案，徐文自己。238徐委员他撤案啊，人家他要撤案你。239照案通过哦。240遵照办理。241遵照办理。242遵照办理。243遵照办理。244遵照办理。来，245能不能建议改为书面报告？大家看245，它是在倒数第三行的文字。书面报告。245改书面报告。改下会期了啊。提书面报告，那245就修正通过啊。修正。好，改成书面报告，下会起书面报告啊，没有问题啊、哦。是。好。246。遵照办，照修正文字通过。好，照修正文字通过。247。遵照办理。248。遵照办理。249。遵照办理。250。照修正文字通过。好，251。照修正文字通过。啊，你们委员都知道哦，这都蒋乃勋委员，你们都有跟他沟通修正文字啊、哦。好，252。遵照修正文字通过。253照修正文字通过。254照修正文字通过。255这个遵照办理。255之一。255之一。刚才那一个已经通过了啦啊、哦，那已经那个255之一啊。255之二。啊，255之一没有，255之一那255之一。255之一可能要建议做一个文字最后的修正，那个倒数第二行那个予以确认环状线。的那个地方改为这个督促台北市政府确认环状线第二阶段综合规划报告。你那个文字能不能给那个政委？这个有没有沟通？拿去了。你们看一下。有他们也。哎、欸，处长，政委，你看一下。他应该保留好了，赖委这一步应该保留。处长。好。来，255之一保留好不好？我问一下处长，刚才那个修正文字
是你们修正还是委员当事人修正？你们跟他们跟委员讨论的，跟委员沟通的。哎，不，我跟你讲啊，如果不是委员同意的是，那再拉出来啊，到院内再拉出来。当事人不在，你们，我跟你讲，我告你为什么？那个陈伟，这个到时候你在院内再拉出来没有关系。不是啊，你这修正通过，我知道了。如果委员如果提出来异议的时候，那你们就不对了，好不好？我们就会拉出来处理，因为我们提案委员不在场。255之1保留。好，255之1保留，255之2，255之2，刚才的修正文字通过，好，好，那现在进入民航局，那个院长，来，因为李彦秀那个235，因为联络那通过了，给他保留了，因为刚刚你讲说有意见可以那个。好，255之2跟他保留。235，235跟他保留。OK， 好，谢谢。尊重委员，对了，因为他不在，不要是尊重委员，尊重委员。好，235保留。哎，安尼恁记了会清楚的未？好。好，来，民航局来了没？来了，局长。民航局的局长是林国显。哦，林局长啊，哦，好，来，民航局税务部分，税务部分增加30万左右，增到半256，好，增到半年，增到，你们要增内100，256他们是增内30万，好，那就256就照案通过啊，256照案通过，增加增内。30万就是包括民航，包括委员会就增列130万，那就是增列130万，对哈？对。好，局长。委员会是100万。委员会100万啊，现在256增加30嘛，就130嘛，对不对？增加到500，所以是加30万。所以那个30还在。这边的提案是只加30万。啊，审查会决议你们才增加100啊。是，所以他这个提案就含在那100万里面，是一样的。100万，就是他那个照他的300万，啊，他30万，照他的提案是30万，他增加的是300万，是，是是是，100万还是30万？哦，是这样子。还是130。好。啊？外加了30，就500万。啊，对啊，所以就是增加130万，那不对。总共130啊。阿德就增加130万，那唔对。啊，我带阿带，我都问局长啊，他一直回答不出来。鲍委员他是鲍院长他是加到500万，所以是以这个为上限，那我原来编是470嘛。但是委员会已经跟你增加100万，你就变570了，你知道吗？是是。你奶，我坦白你问就是这嘛，你增加30就是变600万了啦。你看我比你还清楚。OK， 好，那改冻结就好。啊，这个有没有把这个税入怎么冻结？这也没关系，可以。可不可以啦？不可以，你要讲啦。可以可以。啊，是可以。可以啊，那就增列130万啦。因为你本来是编列470万嘛。马进来，来。你有花折的，没关系。好，来，那么我们换到257，257保留，258保留，第一幕，一般行政，但这个人事会是蛮多的了，我们凭良心讲啊，第一幕259到261。261车案吗？好，261车案我们划掉。252第一幕，259260就是减略国民党党团是减略200万，那柯贞文是冻结600万，那这个委员会是照例车案，然后是车案。四分之一，委员会呢？哦，第一步冻结四分之一，不要冻结四分之一啦。他这边才冻结第一幕，他才冻结600万而已。
柯委员才冻结600万，许议员是200万，那许委员才减列200万，你们就跟人家冻结四分之一。哦，你嘛做熊呢？报告院长，我能不能报告一个数字啊？这个科目总数是3亿2600多万，其中人事费就3亿2400多万，他其他的剩下的这个经费只有196万5啊？对，剩下业务上的经费只有196万5。这个是他的状况，因为他大部分都是由民商作业基金在处理一些。当初你们为什么会冻结四分之一？我刚跟院长报告过了，那个是在委员会里面，我们那时候的原则就是这样，没有搞错，大家都一样。那反正但是人事费他到时候还是发嘛，我们都提醒过了啦。处长，你讲的是257、258、259的这几个，就是一般行政，一般行政的。一般行政剩下多少钱啊？一般行政总共就是196万5的，那不要处理了，基本这个行政经费。那我们是不是这个不要冻结了啦？就照都不要，都不要了。跟他冻结190几万的亿，这经费怎么着？刚才说他们当时提案委员说要保留啊，谁呀？本现在是259了，刚刚257、258已经保留。是259、258吗？他应该是保留，是保留了。不啦，现在是259到260啦。我报告是人事费的部分了，我们要保留吗？不要保留。业务费的部分保留，人事费的部分，因为那是法定。不啦，来啦，来，我来讲给陈大委员啊、哦，他现在的259，因为257、258这个总税出都跟你们保留了，那现在是进入第一幕的一般行政，他的人事费扣除之后剩下190几万。啊，你跟他减列200万，就减列到人事费了。你跟他冻结600万，也冻结到人事费。照案通过了，这个这照案通过了，这好，这个就照案通过，这个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嘛。就照原预算数通过了。好，就不冻结了，不冻结了，不冻结也不删除了啊、哦。第二幕24万而已嘛，这不24万。都不要处理了啊。啊，这个杨委员同意撤案。两个都撤案了啦。对，两个都同意撤案。民进党率先撤案了。263是谁？那个燕秀委员这边，我看不要冻结10万，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24万。撤案好了。院长报告，那个可以专案报告了。哈？两个还啊？空运管理要来专案报告。因为它涉及到 M503。哦，主要是 M503 的问题。没有，这里面只有24万而已的，只有24万而已。M503 不是，M503有了专案报告，好不好？我们这样子的啊，陆委会那边已经搞过了。那个有，那么陆委会有专案报告，他们我们这个民航局，不应该交通部他也要啊，就要列席。共同练习的，我们就一并邀请，就会去，好不好？那就请大陆委员会、交通部，把啊，这个在陆委会已经有提专案报告了，就并一个专案报告了，并一个专案报告出来。那我们这里写专案报告没有关系啊，那配合了，我们就并陆委会了啊，并陆委会。这个案子哦，下会期总事情就问烂掉，还不必专案报告。提专案报告，并同陆委会嘛，专案报告好不好？并陆委会提专案报告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案子还在有、哦，有嘛啊？这就是我的才是第二幕，陆委会那边也有，是不删减预算，但是第二幕嘛，263案空运管理业务不删减预算，也不冻结预算，但是并陆委会的专案报告，专会那个503的专案报告，这样子好不好？基本上我赞成，但是因为啊。不同委员会，你知道吗？你这个陆委会是在内政，这里是在交通委员会啦，所以没办法变，反正都要留着嘛。啊、没有办法，曾委员都会一起去的，一起都来的啦。一样，一定是陆委会派代表了。陆委会也要来，哦，不一样，差多了。内政委员会去的话，那个张主委会去，那到内政委员去了，部长就不去了。我跟你讲，部长不一定比局长还清楚这个了。哦、不那个。那个成绩，不同意，等下讲错怎么办？成绩很重要，成绩很重要，因为这个那个谁那个曾委员，李彦秀他很坚持，曾委员他很坚持。好 ，OK，OK。肇事者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来啊。哎，那另外一件事。好了，好了，没有关系的。邀请共产党。好了，我们大家只要顺利就好。对了。那这个就不删减预算了。并到那边。然后还是并了。并专案报告。并专案报告了。
也可以联席嘛，这个很简单嘛，联席他们就来了嘛，就并陆委会专案报告了哦。不能并陆委会，专案报告了，专案报告了，因为李彦秀他很支持。好了，好，那好了，那就提专案报告了哈、哦。交通部有没有专案报告？很多嘛，那变成并在一起就好了。对啊，并前面的嘛。前面的，好好，你刚才有一个专案报告，你就一起啦。好，好，就并交通部的啦。好，交通部的提专案报告。好，来，气象二六四主决议二六四有没有问题？二六四你有没有看？因为这边主要是关于这个远航的事了哈，因为之前复兴出事远航啊，好，这边是关于远航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好，张刚伟的事情了，好，那要不要一起？反正前面有个专案，就一起并到那里去，可以吗？可以。好了，那这个就并交通部的专案报告一并办理哈。好，那这个就照案通过。文字你们都有看啊、哦。好，哦，来气象局。哦，您交通部那也真多啦。门外保险有加，东南西南少爷。后来，气象局的局长啊、叶代理局长啊，好，来您请坐。哦，曾楚了，好，叶局长啊，这样都加叶代理局长。哦，今天的对了。哦，阿内哦，阿内今天要送你礼物，你的就全部通过回去的。谢谢。开走，开走。来来来来来。二六五保留，二六六保留，二六七撤案，二六八。十万元冻结五万元，哎呦，你给我总招来讲一下啦。哎，我听说是领导总招，不是我。我知。我判了。哎，那个郑兄，这个气象局的撤案啦、啊，哈，你看这个是送给你的刚就任的礼物啦，啊。谢谢各位。二六九，二六九，啊。三千块撤案啦。二六九，我们进第一幕了啊、哦！刚才那个也是第一幕，现在也是第一幕。第一幕啊、哦，这个冻结六万三千元。那个不用了，张老板，你现在局长都大会了。这个不是，好，这撤了，撤了，这撤了啊、哦。二七零啊，并委员会决议冻结，委员会是。怎么处理？我看一下。五分之一。买哪卖冻结？重新讨论啊。气象局减列五十万了啊、哦！来，那个，两千哦，五分之一就是两。然后再来，那个二七一冻结五万块，二七二冻结十分之一。二七三哦，那第二幕了啊、哦，第一幕到二七冻结五万，我看这样子啦啊、哦，委员会是冻结五分之一改十分之一啦，那好、哦，然后经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啦啊、哦，好，那第二幕二七二到二七四，二七二冻结十分之一，二七三冻结一万块，不要了，二七四。我讲冻结一千块，冻结一万一千，这个都撤案了啊！还有冻结一千的，这哪传出去干五洋就是啊！电梯维护费冻结一千块。好。所以那边生态会主席。嘿，第二幕哦，嘿，对呀、啊，对呀、啊，你当过县长，你知道哦。第二幕我们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哈。好，那主决议二七五。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二七六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来下一个。好，来。谢谢委员。
啊，第二幕要哦，第一幕当然。好，第二幕哦，是一般行政哦，就要扣掉人事会法定支出之后冻结十分之一，提专案报告，但是要减列五十万。好，好，好。第一幕啊，来，公安局，是第一幕不对哈、哦。第一幕，第二幕没有减列，第二幕没有减列。哦，第二幕没有减列啊、哦，我再重新宣布哦。因为您这么给他讲我好像有陈雪生脑子的，我就要回忆啊、哦。中央气象局第一第二六五二六六保留，二六七二七一减列五十万，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啊、哦，再啊、哦、解除啊、哦、冻结啊、哦，再可以动用。那二七二二七四。要扣除人事会及法定的必要支出之后，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之后，啊，同意再动之。报告院长，刚刚前面第一幕，其实我们科技里面也有人事费，所以要特别跟。好，人事费照。好，第一幕好，那第一幕也有人事费哦。好，那第一幕、第二幕只要有人事费跟法定支出，都是扣除之后冻结十分之一，好的，好不好？很清楚啊、哦，好，来换观光局，好来，哎、欸，局长，观光局长是我们的周局长，好、哦，周局长，好来，嗯，来二七七二七八保留，来第一幕的部分，有三个案。不是，他有一个减列7588万呢。你们的人事费多少？对，我们8亿7500万。8亿900万呢？8亿7500万。八亿多少？哎，没有，8亿9900多万的人事费，对，总共是8亿7500万的经费，所以剩下的业务经费只有6598万。对，啊，你跟他减列7588万。那车案好了。不是啦，我们这样子啦哦。赵委员会，委员会是多少？减列十万呐、啊，冻结十分之一啦。提书面报告后，只得动。这个观光费用，我们不要跟他删了、啊。发展观光了、啊，好，好不好？好，好，好。第二幕，是十万，是委员会就已经减了。把委员会的，我们要通要来第二幕宣读一下。第二幕282案。已沟通照文字修正后通过，第28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84案观光业务冻结100万元，第285案撤案，第286案观光业务调查与规划冻结95万元，第287案撤案，第28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8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第290案旅馆及民宿之管理与辅导冻结3万元，第29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宣读完毕。好，我先来处理主决议的部分啊，288案跟289案，柯志恩委员的改主决议，你们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那这个两个就照修正改主决议通过啊，那。285287撤案啊、哦，那现在282是减列2亿，这个观光业务10亿3750万，这里面有没有？跟院长报告，他徐委员是同意改冻结案，改冻结哈、哦，是好，那改冻结，那我们这样子了哈。哦减列10万元呐、啊，哦，第现在是第二幕嘛，哦，减列10万元，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不好？好。那另 OK， 另外284啊，这个有关大陆旅客来台的人数大幅减少的部分呢、啊，这部分可以提专案报告，就并前面的啦。好，好 ，OK， 好，那个交通部，这个 OK 了，第284观光业务了啊、哦，并交通部提专案报告。好，来
现在进入第三幕，292案。第三幕292万，国家风景区开发与管理减列87237万元。293案撤案，294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95案以沟通改为主决议文字修正后通过，29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97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9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29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3案照案通过，304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5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7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0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1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1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1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1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14案花东纵谷风景区建设计划冻结10万元，宣读完毕。好，第三幕哦，委员会是冻结20%。那我看这个冻结，我们这个总预算哦，大概是8亿左右啦哦。那么我们就冻结1/10，大概8000万都比任何一个冻结案都多了啦。好、哦，所以就比照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哦，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好，没有问题哈。而且详尽一点。好，来315，我们主决议。315有没有问题？国家风景区没有。315有没有问题？要看一下哦。主决议遵照办理。遵照办理。316。遵照办理。317。遵照办理。318。照修正文字通过。有跟徐委员讨论过哈。有哈。可以，好，那我们照修正文字通过。319，照案照遵照办理。320，照修正文字通过。好，321，遵照办理。322，遵照办理。323，这个照修正文字通过。323/1，有进化名了。323/1在哪里？这个车。这个是。323有车吗？进化名了呀。323/1，这个新花名。323/1没有了，它三本来就有，这里面就有。这个323/1，把它保留好了。323/1保留。好。323/2，时代力量这个看一下。这个我们是希望可不可以修正啊？你看一下，它有修正的、啊，你看一下我。跟院长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323/1的部分，他要保留了，你不必谈了，他要保留了哈。他要问一下赖委员的意见了啊。赖世宝委员的。那之二的话，就是黄委员有同意，就是一个月改成3个月。把这个改扁会期啦，本会这个下会期啦，下会期。那没关系，没关系。不是扁会期，下会期，下会期是。下会期。他这个不是报告了，他是关于那个国家风景区关于这个。基地台这些问题、哦那個，那你们可不可以3个月有没有问题？3个月就他们3个月，本来是1个月，有没有问题？对，就可以。那但是后面有些文字修正的话，是委员希望说，就责成所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公用事业设施订定具体合理之设施原则及规定，这样子。啊，你们这样可不可以通？我们3个月内会努力把它完成。好，那就照案通过修正啊、哦。好，来，好，来，运输研究所，应援所，应援所，谢谢院长。我们用卫星的。应援所啊，应援所的所长吴所长啊，好，我们这边的委员对女性所长都特别礼遇，所以你今天一定很好过啊。来，329保留，330保留，第一幕。哦，324保留，325保留，第一幕，326。特案。327。
冻结10%是提书面好报告。那我们第一幕的部分呢、啊？哦，减列220万有没有问题？没有，327。把我现在在处理委员会嘛，就是在处理协商嘛。好、哦，没有问题。那委员会是冻结1/5，我们改10/10。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那第三幕328，328不是，他是改冻结啦，冻结200万元，然后提书面报告。对啦，328他本来是冻结1/5啦，啊，现在改冻结。那个328是徐委员的啊、哦，哎对，好改冻结，那你们这个委员会5/5我就要删掉了哦，那冻结200万，院长才是，然后提书面报告或使得动之，好，好结束了，好谢谢院长，谢谢各位委员，来公路总局。公路总局局长陈局长啊、哦、好来请坐啊、哦。来我们的公路总局329330我们这个都是保留啦哈、哦。然后第一幕331-334一般行政。一般行政，徐委员早上有去沟通，他同意改为这个冻结案。没关系，冻结。你们人事费是多少？人事费是425,300多万。四十五。这个科目里面只剩下5,974,000的基本行政维持。林维，我看第一幕。他是冻林维洲委员是冻结300万呐 啊, 啊，啊徐志荣委员是撤案呐 啊, 啊，那陈学士是简略撤案呐 啊, 啊，是撤案、啊。陈委员是撤案。那徐义仁委员他可以接受改冻结，不过冻结无疑是会冻结到人事会的。我们这样子啦，扣除人事及法定支出哦，第一幕我们冻结10/10啦。扣除人事费跟法定支出，冻结10/10，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同意使得动之。然后来第二幕335-349。第二幕，第335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3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37案已沟通照修正文字通过，33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3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4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5案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冻结3000万元，345/1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冻结500万元，34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7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4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宣读完毕。好，来，我来处理主决议的部分啊。我们第二幕是从335开始啊，335开始，我们有改主决议的有339。徐伟，你这边是主决议还是要冻结？是冻结嘛？讲的是338/1，这主要是关于。驾驶过劳的问题啦，对啦，好，冻结10%，然后看能不能并前面的专案报告，针对我们两个比较具体的对象回应这样。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处理。那个33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内容里面有没有看？没有问题啊。还有347也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那么好，其他我看冻结都是在有五十万针对结的不各结啦，哦，都有五十万、二十万啦，有5%啦，有300的，有300啦、100啦不等啦，哦，50也有啊。在第二幕的部分哦，委员会是已经减列5400万了哦，都比你们这个都还多，都还多了。这个冻结十分之一，我们是不是照委员会的通过，尊重委员会中心主义？好，可以了。好，那提书面报告后，那刚才有西永民委员的338/1，这个部长你这边并那个专案报告。好，谢谢。来第三幕350。第三幕35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5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52案已沟通同意撤案，35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54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55案撤案，356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57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58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59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60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61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6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念第四幕了，你念到361就可以了。364也是啊。即马你拢甲念念的啊，看台规报你讲就好啊啦。来，我来处理主决议啊。三六四第三幕啊。我来处理主决议啊。那个359案，该主决那就改主决议修正通过啊。那这个在委员会哦，第三幕哦，你们是减列2亿元哦，然后冻结1/10。哎。各位大委员，委员会是减列2亿元哦，冻结1/10。可以接不接受？可以吗？好，那赵委员会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然后减列2亿，就是尊重委员会啦啊、哦。我们委员会中心主义嘛、哦、第四幕来362。第四幕362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63案照修正文字通过，364案并入通三办理，宣读完毕。刚才第三幕本来就是在，哎，刚才364就是在第三幕的哦，哎，永明兄，这个是通并入通三，所以我们这个并入通三了。OK， 好，接受。所以啊、第四幕只有362跟363。那委员会是没有删减呐啊，那他们都是冻结，一个是冻结1000万，一个是冻结200万呐啊，那我们一样冻结1/10啦，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这个都超过1000万了啦啊，好不好？好。好，那主决议。365有没有问题？366遵照办理。367遵照办理。368照修正文字通过。他都支持你了，你还有意见？对，我这个因为我们第几案你要讲第几案？366哈，还有我其他的我都有要求几个月内要提出哦，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主席说您的协议就是您的。大家这个协调协商之后，就是下个会期。对。但是我蛮坚持，就是说，你是不是在2个月，我每一个主决议。你那个是什么案子？要专案报告还是书面？366案专案报告，有关于有对台九线，我们现在苏花的部分。为什么会下会期的原因，我告诉你，因为2个月内我们可能刚开议了，我们是怕这样子。院长。这个其实都已经评估很久了，这个问题也讲很久了。不是啦，是开我们早点排就晚点排，嘿啦，委员会还没有开啊，下会期是你可以委员会一开就可以排的啦。因为有时候对不起主席，我这个是台九线苏花
这个公路山路改善计划的部分。两个月几号啊？两个月。三四月。因为哦，如果招委会去排了，对，如果你现在表示大家听得懂了，我们没有自己招委的话，那真的都排不进去啊。怎么这样啊？不然这样子三个月好不好？好，我是怕那个，有时候一开始人家是部长来报告了，是。那两个月我们你看。这个部长非常非常清楚这一条路啊，所以不啦，我的意思就是讲，院长哈，这个要怪贺成部长了。徐政委委员对这个很重视，我知啊。交通部啊，我们贺成部长对他知乎也者，你知道吗？好，这个、那这样子的、哦、啊，你知乎也者两个月三个月还是知乎也者啊？重视啊，他讲了好多次啊，这样子的啊、哦，大声疾呼，你不，所以你这个要提出报告。嘿嘞，我们这样子的啊、哦，我们。一开议能够排就尽快排了、哦、那我相信我们这个一月底、二月我们会三月才开议，二月底开议嘛，三月就开始委员会要分配嘛。你到招委先要到四月，哎、欸，你不能两个月，两个月会来不及的，要三个月。那就是三个月内嘛，好不好？招委都不排啊。啊，这三个月内嘛。那主席要拜托，要招委要排啊。我们都当过招委了，不会。这个会期完全没有到花莲考察，我没有安排到花莲考察。好来，我们也没有来讨论、嗯欸。我们这样子的啊、哦，好来，我们这样子的啊、哦，两个月改三个月，好、哦，因为两个月我怕三个月改四个月了哈、哦。三个月了，都三个月了啊、哦。三个月，另外367这个案子是因为花莲哦公路的部分。只有苏花公路，还有另外就是花莲要到南投的那个国道六号。现在每一次部长都跟我说，这个因地质与技术上的挑，这个因地质与技术上的挑战，目前的工程没有办法做到。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好，替代方案是不是可以来研究，来到我们这个院里面来那个会里面来做专案报告？替代方案不能只是台八线不断的拓宽嘛？答案会一样啊、哦，要心理准备。这个等一下啊、哦，如果三六七你们可以接受吗？现在就是说，如果国道六号真的没有办法做，那其他的替代方案可不可以来研究嘛？这本来就是交通部要做的事情嘛，替代方案嘛。报院长跟委员，我们一定愿意研究了，但是就是说，三个月之后就要马上提报告，可能有点困难，好吧？我们来研究好不好？所以三六七你是时间，因为这边是讲说是要到这个做马上做专案报告、啊，那没有办法专案报告了，专案报告你也得不到结论了。专案报告五羊高桥延伸案应该可以吧？哦、我们两个方向了，我可以那个主席委员说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专案报告说现在国道六号到底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哈、哦，第二个就是。那不能做之后，我们是不是为了让花莲到中部会比较方便，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可以来，我们可以来做？那个业务报告你就可以执行它。对啊，总执行你也可以问、啊。你为了这个排一个专案报告，然后一堆人来，搞不好其他委员也不关心这个。那哦，这个可能对于观光以及花莲跟我们。西部要到花莲来的都很关心呐、啊，不只是花莲的问题啊。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啊、就并其他的专案报告合并办理就好了，一定会办，你一定会报告这个嘛，啊，好，好不好？好，那就这样子。不是，徐委员，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哦，也不要什么招委召集什么。部长，你这边就点个头答应一下嘛。太难去，直接排就是。也不要交通委员会决议什么，你们那个招委已经答应了。他们两个不算了，他们两个干过了，不可能再轮到他们了。我是说、啊，交通部主动嘛，好不好？主动去关心一下嘛，好不好？我高桥延伸案比较重要了。主动关心一下那个徐委员就算了嘛，好不好？高铁确实可行啊，部长。你现在整个高铁延伸到马祖也研究一下，高速公路的瓶颈在哪里？很清楚啊。修人可能干到年底也不干了，延伸到台中了。好，我们这样子的啊、哦，通过这个专案报告，但是是并其他的业务报告一起，有做一个特别的这个专案的说明啊，啊，那好不好？好，这样我可以接受。好，来368。修正文字通过。好，369。照修正文字通过。370。照修正文字通过。372车案，372车案，
三七三，遵照办理。三七四，遵照办理。三七五，照修正文字通过。可以啊、哦。是。来，别来，徐委来。好，这个部分哦。第几案？第几案？三七五。好，三七，我们看一下。有关于我们公路总局这个改制的部分哦，这个可能我们交通部嘿要想一下这个部分。那法案已经通过了吧？已经通过了，没有错。可是他现在落日条款是八年嘛，哈、哦，八年有你可以现职的，你可以选这个检建委，也可以选交通部。没关系、啊，他已经交付权责机关，因为这个也不止交通部公路总局能够做决定啦，所以权责机关是对的啦。他一定会是人事总处会同交通部一起处理的。是，这个就是要拜托部长能、啊啊、修正能担起来，文字修正这样是对的，啊，这样是对。好，交通部还有三本啊，你就留着。啊，你就留着，我们都要离开啊。好，啊、对不起，主席，我还有个369。369在哪里？369。369，我们没有看到你的369。有有三点。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再修正。什么什么再修正？369都已经接受你，有没有加进来？369已经跟你通过，刚才就是照修正文字通过了啊，我都念过了。这是我们的原案哦，那我们的其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呢？对。我今天审计底下走些为什么？你的提案在哪里？好，怎么样？可以啊、哦。有我们哎、有已经 OK 了，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交通部就到这儿。那明天9:30我们就审议啊、司法法制还有呢，卫凡。好好，谢谢各位。